开灰窝窝开台吗？是不是人睡死？谁？我刚睡醒而已。歪哦！我刚刚哎，对，悠悠是不是睡死了？悠悠睡死了。哇哇！Okay. 喂，老师，我还在路上。睡过头啦，同学。我刚刚怕睡过头，我设了五个闹钟。哎呀，那跟我差不多嘛。我怕睡过头没睡。所以设了一个闹钟而已。所以小雨最近都没出现，是因为在睡觉。哎，没有，我这两天在玩。Apex 乙女游戏没有、哦、他最近没在玩 Apex， 他最近没在玩了，我看他没在开、哦、对，他最近在玩实定的游戏。你戒毒了？没有啦，你还是有啊，我只是半夜没打而已。难得都是我跟哈基玩的很多耶、欸、我玩超疯耶、欸、对啊，我也是啊。我跟你讲，我这两天玩了20个小时的乙女游戏，好爽！哇，我跑完两条攻略线了。哪一款、啊？介绍一下。博音鬼可以买一下，欸、很便宜耶，它两个只要500块、哦，超便宜。他说轻轨，他说轻轨啊，不是轻轨啦，我才不玩这个乙女游戏，养成游戏嘛，养成啊。哎、欸，我知道啊，他们追你耶。你会就是我一个人在后面追着你跑，说哈哈，你不要跑啦，来追我啊！好像蛮像的哦，对不对？是不是？我追着你脸红心跳哎、欸！所以你们是不好意思，你们都开台了吗？开台了，我还没有，我在设定。哦，你原来你们除了杰克都开了，好的。嗯。怎么了？没有啊，我只是在想我要不要按而已。哦、剛然后刚雨月说开了，然后我就开了，我也跟着开了。雨月在说开了的时候，我可能跑去拿眼镜，我眼镜放在外面。哦，那要戴抗蓝光眼镜啊，保护眼睛，巩固牙齿。我的强壮。我的头脑没有强壮。哎呀，今天是不是？嗯，不止一个吧。嗯，对耶，杰克，杰克我在啊，他在校门口，他在校门口还没进来而已。他只是在那个座位上打瞌睡，等一下，哎，点名，宝宝，没有，杰克，有，阿旺，哎，对耶，所以两个，我就说两个不是一个啊，他说麦爆开了。哎、欸，他打一头麦，等他一下。哦，我想说，上课前5分钟他还在啊。他还在他从 KTV 跑过来了。他从 KTV 可能他肚子不舒服，临时跑去厕所了。哦，欸、哇，他穿纸条子跟酱油说，没有啦。还有啦，他发在那个就是我们班的 LINE， 没有人看到。对对对对，我们的群组他没看。大家都把那个关通知了，没人看到。没爆开啊！那就我们就先来直接开场啦。好，喂，Hello，Hello。啊，这个同学怎么还站着？同学，啊，我新把位置打掉了，不见了，校长。哎、欸，我断线了，哇！你回来了，你是不是哑巴音啊？那个盔甲座掉了啦，我刚刚看到它掉了，它、掉了在谁那里？没有，不在我这，没有。在看我身上，没有啊，我身上有宠物饲料。哎，说宠物，我的宠物呢？没有宠物，现在先关掉了。酱油，你变得好不一样哦。对啊，对啊，他换了，我忘了穿校服了，抱歉。你刚刚我也没穿校服、欸，换一下，我回家换一下校服。你刚刚瞳孔放大片放很大，你知道吗？放了3倍以上哟、哦。你刚化妆哦？可恶，我没看到。被发现了，回家卸妆。等一下，同学，我们这边学校禁止化妆啊。那是不是还是只能剪短发？然后那个袜子要到膝盖，然后裙子也要到、女生要三分头。女生要三分头啊？男生要光头。男生要双马尾啊，对，男生要那个头发在耳朵下面。上课都双马尾的啊？没有。8 9 1哎，是不是你们很容易断啊？哎、欸，
没有我两个人是去换衣服啊，我今天当叛逆的人，我不要穿校服。我、哦、老师告他、哦、不是啊，老师说不穿衣服告他，不穿校服就可以告他、哦、哇很凶哦，好凶啊，告牌哦。同学为什么不坐下来？同学，老师我怕暴毙。不会啦，暴毙就暴毙，没事的。你要暴，你要暴那么多次的人，也是啊，人生不过如此。上课喽！耶！今天没有活动，耶、yeah! yeah! ！自由活动，耶、yeah! yeah! yeah! ！打 boss 了。你要多说点什么？今天宠物系统还没修好。耶！一九一啊卡一九一哪个方向、啊？这个那个雕像那里，罗菲亚，你当 TP 我啊！我是觉得哈，有、哦、到了，有别于哈，最近哈有听到一些风声哈，说我们怎么都变了，所以我跟你讲，今天呢，杰克，你啊，又是话题哦，话题训练。不是，等一下、啊，等一下，我才刚睡醒。跟你说，考验真能力的时候，就是要在刚睡醒的时候，就才知道你到底你的真功夫是到哪里。所以，请开始吧。你可以说你梦到什么啊？对啊，对啊，你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双手，我昨天梦到我超速。哈那你有没有开单、啊？没有没有，我跟你讲，我就是、我想说，我骑摩托车，我就说，哎、欸，我是忘记戴安全帽。然后说，然后我就是单手摸着头自己的头一下，他说干这没戴安全帽、欸。然后随后呢，就我想说停下来要戴安全帽，我刚戴上，警察就过来了。他说你刚是没戴安全帽，而且这样的梦还两次哦。我说我在干嘛？车小，等一下我，你知道我下一次说干我要去缴罚单了，哭啊！你是不是平常都不戴安全帽？没有，我有，我只是最近比较少出门啊。哦，为什么你都不出门？我宅好不好？哦，好宅。嗯 ，OK。警察真的是来无影去无踪哎、欸嗯。那时候我在骑车，我左边看没警察，没问题。OK， 右转。B 那位同学，他从哪冒出来的？就是、你这种人，就是抓你这种人，你知道吗？就抓你啊！哎、欸，他超小巷哎、欸，然后可是他超小巷，明明就很小巷，那个红绿灯要等超久哎、欸。然后我就看到我等在那里，然后左右都没有车哦，我就看到三台车跟我一起在这里等。然后完全没有车，嗯，哇，然后等他等给我十秒，我都没搞，我想说没警察啊，偷转啊，而且怎么看还想偷转啊？被抓到啦，偷转、啊。警察都还你在你转过去那边的位置等你，没有，他不在那里，他从我后面来，哎，我的天哪，他在哪、啊？他其实跟踪你很久了，我跟你说。在一万啊。啊！你讲啥？啊！你讲啥？答案什么事？你刚刚牛啦！哎呦啊！哎呦啊！你请问你，因为你是剪了那什么那个什么剪的那个影片，然后听到比如说那个什么可能有 Bobo 出现的地方，然后他的语口糊了，听太多次是不是？好的。猜酱油说什么？对啊，你问酱油说什么？请解密，解密一下好不好？解密，哎呦，不要解密太难了啊！哎、欸，可是你知道网络上之前其实都蛮流行这种解谜的游戏耶。你说啦啦啦啦，这样猜说什么？不是啦，就是可能太难解了吧？就是可能，比如说，就是诶、欸，突然间，对字很丑啊，乱写画鬼画符，好像没有规则，其实是有规则的之类的这种东西。是哦，对吧？因为我朋友他乱掰的吗？他真的没规则。我朋友就是他那个上司要写一些单子给他，然后他的字就很丑、嗯，然后跟他同事都讨论不出来说，说这字到底是什么字，到底是在写什么东西。然后就贴给我看，然后我就在那边分析，这个应该不是 S， 这应该是2哦。好，那这个后面应该这个应该是啊，这是25，对， 25，后面就是 K 哦，25公斤，他们就哦，那其实根本没有这个意思哦，没有，后来我真的猜对了，后面怎么猜对了？强呢？
也要度过晚上、欸。你要度过晚上。楼上好吵、哦，我要去睡觉。对啊，好，我那变成免费的光碟。有人有声音了，有声音了，有回来了，好奇怪来了。我的猫又不知道为什么爆开了。我以为你要说你的猫爆开。你的猫。你的猫爆开了。好不来路啊！来路。猫爆开了。他没事。我走错房间了。奇怪，五六点的时候还正常呢，突然就没声音。不要上课前去卡拉 OK 啊！你为什么不反省自己？你是不是跟我一样把麦超坏了？没有没有没有，把麦超坏了。是 USB 孔坏掉，不知道为什么。哦，怎么掉了？接触接到前面，现在正常。哦，所以后面不行，然后到前面这样。小雨，小雨，小雨，对。特蛋哎，今天不会加。欸、那个强绿卷是不是有问题啊？怎么了？我们隔天再来那个好不好？先睡好不好？好，我在躺在路上。好好好。就是我生了之后，那个强绿卷在我身上哎、欸。哦，那就是一样的，好炫！我的天，升到加15。对啊，我升完，然后我就看那个里面，我想说，哎、欸，它、啊、怎么那个还亮亮的？然后我就把它拿出来，它免费使用，好开心！那给我一下，我看一下，还是没更新过的旧版的强力卷吗？卡了，要拍谁？拍谁？你要拿个手东西抽抽看，对啊，好，没收。太诚实了，你是一个诚实的孩子。没事啦，我应该自己先把它冲到十。你知道我之前诚实了一次啊，然后我的武器就爆了。来，你跟他冲到80吗？那个诚实的小孩子都有这个杰克你也有啊，杰克耶，没有糖吃，帮忙 debug 耶。可是强力觉得一张好像100块，没有。哇，你丢了便宜还卖乖啊？没有没有没有，有就好有就好。哎呦，太棒了，我有200伤了。啊，那个要挖钻石的哈，要在10000格的可以来我这边哈。啊，我要去。哦，我也要去。哎呦，马威哦。哎，我们全世界都是挖钻石啊。没有啦，想要个副手好一点而已。哦。啊，可是我现在在找洞，我找不到。哇，粘土世界。是粘土吗？陶土。哦，拍谁？陶土世界。嘿，好了，哦，嗯，小雨刚是成功吗？对啊，嘿，成功没笑，他是失败是不是？他是100%吗？嘿，嘿，咋没事呀？你看一下，按下 T 看看吧，看数字。T， 你刚的那个冲下去的那个几率是数字是多少？我看一下。超过100啊！这个重点哦，他没有写啊啊啊！哦，他只有写锻造8到9成功，他没有掷骰结果，没有没有啊！有啦有啦有啦，27，27过啊过啊，嘿呀嘿呀，怎么了？嘿，你怎么了？几率太高啊！嘿嘿。我不知道哎，我看看我看看，我测试看看。好，修一下修一下。白痴哦，臭木鱼。臭木鱼。这钓鱼还在哎。哇。对啊，我就是臭木鱼。这张是不是有鬼啊？那你现在这一张的问题吗？感谢分析超级留言。我修一下，那很快就好了。好。哦，好。直接把它放在上面狂按。那在我们的哈纪校长正在修的途中，来我们的杰克。我可以，我想想，好，可以可以，欢迎来，杰克很开心，耶。你刚刚不是讲到就做梦这件事情吗？是啊，然后我昨天前天。睡觉的时候就梦到我被一群人追，啊，你接受了吗？不是啊，不是，就是他要揍我的那种追，不是那个追，你怎么要被揍？你这边追谁？然后
然后就是后来我就被抓到，然后你就要打我这样，然后就一个人就把我的右手这样举起来，然后另外一个人就突然冲过来拔我的一毛，重点是他一拔之后就超痛啊，然后我就手就直接挥下去，然后我就醒来了，然后我就想说看看我到底在梦什么啊，然后大概过不到三十秒，我旁边就有个声音说你干嘛打我。我直接打在白痴的头上。没有，都会有个潜意识在，潜意识啊。白痴拔你一毛吗？我不知道，我应该是没有真的被拔一毛，但是我好像真的有打到什么东西。笑死。那我们跟你讲，没有，我说我们是不是该去？我来 Google 一下，来导游继续。我来 Google 了，我来。你说要抽空解梦吗？对，梦到被拔一毛的，或者梦到被警察开罚单的。那这样的话，你顺便帮我算一下，如果我梦到一场华丽的大冒险。华丽的大冒险是我蛮长的耶，这个梦见拔一毛的还有啊，真的有，真的有，干嘛？我跟你讲，这个讲出来不得了，不得了！解梦，解梦啊！我看一下啊，他是说哈，梦见你是自己的嘛，对不对？你是自己嘛？哎，他就说梦见拔一毛，今天你自我感觉蛮好的呢，对自己的能力信心十足，对别人的态度有些高傲，不知不觉就在展现出命令对方的语气。哎呦，哎呦，怪不得我觉得最近阿旺对我，怎样？怎么了？老板开始哭好，都叫你帮他买便当，原来哦，然后他还说便当。不好吃，把它砸在地上。原来，哦，拿回来，捡回来吃。哎，原来，我的天哪！这样那么开心，你对你的员工好像都很不好哎，对不对？你是说我吗？对啊，他们一个搞你耶。妈哟，你有看过有谁是那个帮忙捡的，然后再跟那个腰那什么，就是帮，就是那个什么，威胁老板，威胁老板说我不捡了，对啊，你看你很可怜呢，你。我原来是搞好这部分吗？老板，我今天想说不能，我不捡了。好啊，都不要，好啊，不要捡了，不买啊，不买啊。有好啊，可以带我吗？那我就不想捡呗，爽啦！哎呦呀！我觉得做梦很可怕哎。就是你是尤其是噩梦的梦中梦，超可怕。不会啊，就你。真假的？不会吧？你睡醒就会觉得哦，是美，是差，还好，只是做梦而已。还好，对啊，对啊，做梦而已啦，没事没事，是没错啊。我记得之前我做过一个梦中梦，就是那个什么、啊，我梦到我梦到我在那个我在就是好像跟什么世界被忘记什么异形入侵了。异形，然后我就想，那时候梦到的时候我不是应该打异形吗？对啊，梦到我被异形打。然后他打，后面我就开始逃跑给他追，然后我就看到那个有那个很像组长在打异形，我就冲过去喊救命啊！结果他回我，我没空理杂鱼。太坏了吧！没空理杂鱼，很强迫。然后我就醒了。我想说，天哪，我怎么会做这样的梦啊？然后结果啊，我醒来以后。我又发现异形又来了，这原来是真的吗？然后我又开始逃命，然后异形又开始打我，然后我又遇到那些人，然后我就跟他说救我，然后他们就帮我把异形打爆以后，然后就对我说，哎、欸，你真的很菜耶，你这么烂可以不要出门吗？好坏哦，天哪！哇，前两次菜。
然后我就醒了，然后这种时候我醒的时候我还去开窗户，有没有意识呢？好怕好怕，是不是做梦了？第三层的是不是？喵三层包一层轮回，三重梦啊！哎、欸，这样想想你是晚班梦的，被一行揍还能跑？嗯，总比你梦到吃美食就醒来发现什么都没有好吧？对不对？哦，对啊，这个很痛苦哎、欸。欸、可是如果是我梦到，比如说我今天去吃可能火锅，然后可能吃的很好吃，然后结果醒来发现是一场梦的话，我就会立刻去吃。我不知道，好饿，想吃，好饿哦。那这时候你发现现实的没有你梦中好吃的时候，我一样不会，你知道什么？因为我每次梦到吃东西的东西，在我咬下去的前一刻，我就会醒了，气死我！好气哦，天哪！有没入到的梦？我从来都没有在梦中真的有吃到东西过，我超难过。懂哦，这个梦很懂哦。那如果你确实有咬到东西，不就很危险了？对啊，哦，对啦，哦、也是啦，可能咬到舌头之类的。我以为你要说那你会直接痛醒哦。嗯，听不下去了。哎呀，不呀，有人下去了，有人听不下去，听不下去。没有，我只是卡方块。哦，哇，太快了，对，听不下去了。没有啦，听得下去了。因为你觉得团团这样就跳了。你怎么又在欺负你老板了？啊！我没有，我又不是阿旺。转起来，转起来，转起来！炸你没有，哎、欸，你们都不知道阿旺很坏哦。他说：“哎、欸，拜托，我是哎、欸，我被打。”哎呦，活该，活该，活该了，活该了。他说：“哎、欸、哎，身为帮团团剪片的人，我可是前辈，我叫你干嘛，你就要干嘛，你要去买片单。”哇，你还有这样的人哦！哇，天哪！我都不知道你们还有学长学弟制啊！真的耶！天哪！我一定要帮团团讲一句，我一定要帮团团讲一句。还有不行了，你真行了，不行了！我等下再讲我的梦境。好，你刚刚做梦哦！他刚睡醒。我跟你讲，我一定要帮团团讲一句，团团真的是就是最可怜的老板。这个很可怜，没有，然后是阿汪真的就是那种，就是哦，要砍薪水，哦，先砍波波的、啊，哦，先砍钱。哇，你们里面内斗很严重哎、欸！天哪，讲好像我是办公室的坏人一样。你是啊？你怎么会以为你是？哇，那你们有没有职场性骚扰之类的东西啊？哇，是这样，是我进招了老板。哎、欸，对，阿旺，那个波波没对你欧北来啊？我跟你讲，我波波他哦，他昨天闹啊，怎样？哦，好危险啊！那我支持先提告。好乱哦，我的天！先告再说。哎呦喂、啊！哎、欸，那哎、欸，拜托，我们这老板可怜呢、欸。首先，他要先被阿旺欺负。然后还要被骚扰。OK 啊，阿旺，下次你就跟老板说，哎、欸，帮我买便当，我不剪了。好，然后我还要送到现在阿旺住的地方，就是了。哇，太远了吧？还可以珍珠奶茶。啊，这样珍珠奶茶我不剪了。为什么我的珍珠奶茶少一颗珍珠？为什么？我们剪了。是有公，等下请问是有公定几颗？是不是？我跟你说，我的珍珠奶茶的珍珠一定要57.5，那点五就是里面有一颗小珍珠。然后里面呢，我一定要混珠，好不好？要混三颗冰块，要只有三颗冰块这样子。哎、欸，冰块太多了，我不剪了。我不剪了。我今天觉得剪不下去了，剪不下去了。对啊，我今天心情有点多一颗都没有 feel 了，我剪片。老板，哦、我。剪不出来，太冰了，脑阔疼，不剪了。脑阔，你们好烦哦！天哪，我真的觉得这群员工好像有点可怕，贵司真乱，我的天！贵司、啊、太可怕了，来吧，老板说说你的感想。啊，就贵司真乱了 啊！熊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熊猫老板表示，我迟早要把你们通通都换掉。没有，不行不行不行，还不行还不行，现在不行现在不行，没办法，头很痛，头很痛。表示，我今天不剪了。
他就说好啊，你走你走，然后我们就走，好我走。你现在想要有下来就跪着求我挖。好烦啊！肌肉珍珠啊，记得。好烦，好可怕、哦！阿沃，原来你是这样子的人，我一直都看错你了。那越来越奇怪。真的，这次不很奇怪，你跟老板之间的关系很奇怪。到底，我觉得你们上下层好像反了。哎、欸，导游有没有吃的？没有。我要饿死啊！你可以去烤鸡场拿来看。他们在外面，哦、他们在外面了。我要先去抢、哦，我要先去抢、欸，我要先去抢。波波，你的眼睛是黄色的吗？你怎么绿绿的呀？啊，因为我刚刚被绿绿的东西喷到。啊，我没洗澡。嘣！好臭。绿哦。很绿很绿，然后绿哦，哎，好啦，那个波波，你刚刚做到什么梦啊？哦，我刚刚做一个超奇幻的梦，哎，奇幻吗？飞行打，对，说最近 Apex 打太多了，我梦到我们三两的组队去打 Apex， 然后现实之机，然后我被终结技靠腰团团，你们直接把我掐死是怎样？终结技，哎，有没有去断他、啊？有没有去断他、啊？白痴，没有啊。那你会被掐两次、欸？我们不是说要组队吗？你怎么把我掐死了？完了，终结技，我终结技。然后你就是、哦、我缺任务，我只是想解任务哎、欸。哇，好现实的对话。我的天哪、啊！那个任务是不是要终结技自己的队友？我跟他是敌人，然后我们说、oh. 对，白痴死了，我给你钱，我就这么快笑死。哎、欸，你们都是玩大波用那个吧？交友卡，我们现在是好，我们现在是同模搭机了，不可以动我。可是我跟你讲，我刚刚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是，那个被掐那个窒息感是。整个标题你知道吗？是真的有你薯条躺在你的脖子上吧，抓你的脖子上吧，我不知道、哦。薯条在脸上，我薯条在不知道在冲哪回。你醒来的瞬间，薯条就刚刚跳起来了。你醒来的瞬间，然后薯条啊，烦，你健康，你害死了。抓你。宠物在旁边，这个我也有个经历，就是我在睡觉，然后我睡得很爽，一夜无梦，很爽。然后这时候我睁开眼的时候，看到是我家阿呆放大的脸，哦，好可怕哦，他呆很爱你。然后这时候我吓到尖叫，以后阿呆比我还害怕，他往旁边跳，然后扭到脚，然后滚下床。好酷，阿呆，阿呆。所以他就像是看着你哦，他就是我妈妈忘记关门的、啊，然后结果他就跑，他就跳到我床上，然后我妈妈也没发现，然后他就一直看着我，一直看着我，一直看着我。他当医生的，他在帮你量那个脉搏。没事，没事，他确认，他是不是在确认我死了没啊？对，啊，这个是还活着吗？还有救吗？还有救吗？要电死吗？他被我吓到，然后他一整天不敢靠近我，这么好笑、啊，因为我害怕滚下床啊，好很害怕，真的是呆耶，好呆啊，太骗。啊、所以他也要去送那个什么宠物？哎、欸，对啊，你要带他去那个啊？我觉得很恐怖哎、啊。我想啊，可是就不要哦，还是没有过就是了，好吧？对啊，就算被咬了，他还是不送。啊，喂、啊，那时间不够啦！你有送薯条去吗？薯条干嘛去？他只是，我觉得他只是刚好在就是玩的时候，然后动嘴了。啊，薯条这么可爱，对不对？失败了。但我得到了强绿卷满足哦，这样就可以了。不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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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赚一百颗钻，对吧、啊？那你这样赚了100颗哎，削爆，赚赚翻，来个真能。不过你的眼睛到底什么颜色啊？我是黄绿色，彩色吗？你也是彩色吗？你是跟我一样吗？黄色就好了，用黄色就好了。不，那你来看你的雕像啊。它是一般的浅绿还是 ？OK OK， 这样可以很棒。你帮他用七彩的颜色啊，七彩波。没有，你就想象是那个一般的绿色，然后的泛黄这样。
泛黄有没有这么难过、啊？旧旧的眼色，不然你眼睛等那个青铜出来之后放上去好了，会生锈。哦，好像可以的。对啊，还没开光嘛，还没开光，还没开光。可是麦块下一个版本，基本上我们地图也都要，是不是全部都要重来啊？对啊，不确定欸，如果会出问题的话，到时候可能会。就是用 copy 贴上的方式，因为贴部分过去，因为最新版的，就像他自己那个影片不是说，就是会有到负的，对啊，负六又是零，对啊，好神奇哦，到底为什么要弄到负的、啊？我真的是很觉得很神秘，就是觉得我们做到正时都太快了，直接到十二层，那开挖，然后麦块就一直在突破大家对数学的，不是啊，他不是就每次要玩到我们都不懂。像村民那个啊，改版那一次，一大堆工作台，就是做台很奇怪的东西。我去挖石英了哦，我的天，好我真的，我真的觉得哪一天他真的没梗的时候啊，就会再做一个新的生态域，就叫真的就是把天堂木佐拉过来了。哎、欸，哦，我好期待哟、哦。团团总还在野外晃啊。好，因为我刚刚上来找酱油拿食物之后，我就找不到我满意的洞。找不到我满意的洞，这个洞没用。这个都没用哦，刚讲完我就找到一个，感觉还行的耶、yeah 哦。好了，我要马上瞬间移动过去了。还没啦，还没啦，还没，才刚找到、啊。再等一下，还在洞口而已。好、哦，我也找到一个洞。哦，好吧，拜。另外，你们刚刚不是说到哈基影片？嗯，而且。我前几天啊，我就在 FB 想说，我那天没发片，我就帮哈基推那个影片、嗯，然后大家是被害妄想症的时候，哦，我为什么没有看到火锅、啊？那到底是啥、啊？对啊，我以为是火锅、欸。火锅。现在人与人沟通之间的距离不就是火锅吗？火锅算吗？FB 里面我都不敢点开来了，从那个出来我都不敢点了。可恶，没有钓到哈基去点。可恶。对啊，都那天酱油、啊。这个正常里面都不行了，可恶。现在还有冰姐的限定。哦，没有没有，我跟你讲那个不行啊，我跟你讲那个今天才看到那个他们不是做迷因影片嘛、嗯，然后呢、嗯、那个跟你讲都被检举了哦。不是真的提告的、哦欸，不是假的了。没有没有，就是版权警告、哦，就是 YouTube 的哦，那个有版权哦。哎、欸，有啊。哦，我现在看到的都是人家用画的、嗯。哦，然后呢，那个我看那个他那个剪辑的人还是白冰冰本人哦，所以你们自己小心。天哪，冰冰姐生气了。没有，冰冰姐就说那是限定的。他说限定的，对啊。哦，也是限定的，今日限定的。对，说到做到哎、欸，开玩笑。人家限定给人家外流了。哦、你很过分哎、欸，限定外流真的是超夸张。哇、啊，你们这群色鬼。啊！大家都喜欢看冰姐， okay. 太过分了。对啊，你们这句话怎么他不是台词记坏死的吗？坏死！他讲的啊，他自己讲的、欸。我的天哪、啊！对 ，TWS。走吧，走吧，走吧。我的天！其实我没有看他里面到底有啥。哎，我跟包包急着把它看完。我都看到一点点，我垮了。哎、欸，我台词还背比较，我台词背起来。背你背那个、啊？不要背这干嘛啦？完了，吓到了，阿旺吓到了，完蛋了。哪天说不定会用得到，对不对？好像不会哈、哦，应该是不会啦。对，它都是限定版的，你还想背啊？对啊。对啊，你等下学太像，跟你收钱，小心你被检举哦。对啊，我们的那个直播也会直播到一半就不见了，是不是？被检举。哦，冰冰听到冰冰姐几个没了，哎、欸，没了，黄标了，奇怪，直接没了，要被黄标了。W 爱子也没了，我只想吃什么红豆冰冰没了，我太明显了，啦没有看到不都啃了，这个。这比文字狱还严重哎！他们只在小雨吗？我想吃，想吃不行啊！御前小雨，哎，好烦哦！想想都不行。回到 TWS， 哎呀，没事。怎样？我直接刚刚讲。反正讲太死，我真的觉得好難過，他自己讲的、哦，那种什么高雄代言吧，还是说什么？不是吗？
自己有在追，我觉得好难过。哦，你有在追韩？哎、欸，那是韩团吗？没有，是因为我之前会想追，因为他们在欧美真的超是哦。对，我就想说，已经在你在韩国很红就算，在欧美也很红，那到底是什么歌让他们很红？然后一听哇，不行，中什么歌啊？直接中到一下。对啊，他有一首 More and More， 这个因为我喜欢的歌是偏向那种那个。EDM 的感觉 ，EDM 是什么？是电子流行风的。哦，你知道我原本下一句来讲想要讲什么？因为下一句讲说，哎，那你可以试唱几段吗？我是 TWICE 第十一位成员哦，要求要求我要求鬼呀！今天限定，很团。啊！我挖通了，这边好多火把哦！哎呦，那是哪里啊？哎呦，好恐怖哦！哎呦，好恐怖啊！你一有，究竟是谁帮你们插了火把？可能是因为这是往下随机挖的，对啊，以前的团团吧，对以前上辈子的团团。哎，我不是都有删掉之前的？这也太远了吧？我跟团团这吧。这应该在我们的没有啊，那个我说的之前应该是可能前十分钟的哦，对，前十分钟的我，哎、欸，他在我这是不是啊？我看一下，在我们这，在我们打肥事啊！啊，我也想去打打。哇，那你们看到他了吗？没有啊，我在地下面挖矿、啊。我来寻找他看看。好了，我放弃。你太快了吧！你有找过吗？并没有。有啊，我有四处张望一下，但我没看到他。我的内心深处，跟我以前要念书的时候差不多嘛。你怎么还在看书了？好看完了。哦，我要看书了。然后哦，好像有点乱了，整理一下。对啊，整理房间。然后整理完就这么白痴、啊。来回顾啊，考前房间也是最干净的。对。因为不想读书，所以去做其他事情。对啊。但是又不能打电动手，会良心不安，所以只好做一些家事。对，做一些家事。你怎么在这儿？我在挖矿。有谁在家、啊？我在家。只是我不知道说，我盖你都觉得怪怪的，你知道吗？盖你没有，因为我还盖掉线。是啊，因为你自己看多了一个面具，好像就哪里怪怪的。哦，你把面具拔了呀、啊？没有限，包括限定版无面具 skin。现在都已经限定版就对了。包括你的头好危险。头好危险是？头好危险。绿色的是不是？头绿绿的、欸，绿光照顾。哎、欸，这样想起来，我跟你谁比较绿啊？他啊、你吧。他头，你们可以融合、啊。没有，你连身体都绿哎、欸，是吧？我的头、啊，他现在不绿啊。我应该比较安全吧？我的头没有绿。你只是想羞辱我而已，这个绿。你不是那种人吗？我的头没有绿。你是，我从不羞辱你。我从不羞辱你，我是好人，我的头没有绿。他不会羞辱，他旋转你而已。他在旋转，他在旋转，他都在啊，他都在，开始转了。他现在一直在表明说他，他等下要找新话题了。对，他要找新话题啊！我觉得真的很夸张哎，旋转跳跃。我是随便旋转人的人吗？并不是啊，脑快出血，怎么会这样？酱油的高空气球，完蛋了！今日限定哈，又要今日限定，不要再要限几次？今日限定，感谢酱油旋转，好嘞，恭喜包包获得一张酱油旋转券，他的朋友没见到，我给他转给团团，我真气的。那你旋转给别人吗？旋转，我旋转给团团了，可能比我更。真的需要这张旋转券，白痴哎、欸！你应该给那个谁啊？给阿旺。为什么要？你看你又在转了，你又在转了，招谁惹谁？奇怪。要给我们最好的老板呀，对不对？那你要给最坏的员工啊！爱心，要修。光波发射。好有。光波发射。本来是两人组，真的是两人组。哎呦，要求要求要求！
娃娃你是谁？用谁淹我？娃娃你是谁？娃娃你是谁？娃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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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娃。就是因为这边有水，我才一直绕道，你知道哦？怎么又有水哦？你们不要每个人过来就告诉我挖到水啊！这好像是你们带水来，你知道吗？遇水发财啦，可以啦。遇水则发，可以啦。遇水则发。他是吗？遇水被全都流走了。哦，你没有吧？没有啊，遇水则发。你在想什么？遇水则发，遇水则发。对啊。以后我没钱就要去洗澡。哈？那你只会花钱呢、欸？你洗澡还花钱？你是静香哦。哇，这下又有钱！我好没有钱哦！快去洗，快去洗，快去洗！再洗一下，再洗一下！天哪，我好穷啊！洗个澡好了，洗完澡回到床上，发现床上多了一堆钱，哇！你是洗钱不是洗澡？你确定不是？我知道打给那个方启贤方中心哦，看他的眼哦。对啊，现在很凶、哦。现在你要说明那个金钱是怎么来的？你跟警察讲说那个钱洗澡就来了。没有，我洗澡洗他就在我床上了。哦，你这个听起来很危险哦。你这个是在做什么交易呀、啊？洗一洗就有钱，太好了吧？对啊，那个做交易的没付钱了，所以不算交易啊。哦。他说：“哎、欸，法官，我跟你说哦，这件事你不要跟别人说哦。不是啊，但我们之后啊，你就去洗澡，你就有钱了呢。法官听得很有道理，就会放过我了。哦，哦，这个再去抓去抓去戒毒。这个怪怪的。鉴定大麻，我吸了大麻。很纯。好，抓到了，抓到。现行犯，对，现行犯。完了，回现了。”啊，这红土大陆怎么这么小一个啊？哎、欸，红土大陆帮我挖白色陶土。你过来自己挖，我是先过来找的、那个。啊，你皮肤色之后白色陶土比较适合。你等一下顺便记那个祭典哈。祭典。是啊，那个往那个什么森林大宅往我们家飞一下下就有了，就有那个红土大陆啊。啊，没有啊，你这边刚好上来是那个啊，他们这边挖矿的上来刚好是。我想说，你说这边很小、哦，因为我去找金鱼怪，怪金鱼金鱼怪是什么？好想啊，好想啊，啊金鱼不是？我觉得你会上靠北石块玩不起，我也觉得危险了，我也觉得你接下来又会再继续了。我们快 hold 不住了，我们快 hold 不住了 ，hold 不住了 ，hold 不住了。好，这是真的是、啊、保不了你了，我们在努力了，无法保你，无法保你了。你这个自杀炸弹客，金块。对对，这样好好讲话就好了嘛，对不对？对嘛，好好讲话就好了。对啊，好好讲话就好。有够危险，真的。好啦，既然都讲到这个了，你有没有什么想要自助的？来自白的，来自白的吗？对，就是对对于最近被靠背，对，来。啊，反正我就是这样啊。啊哇哇好了，没有啦。其实这讲了之后呢，我沉思了很多啊，做个样子，对。哎，完了完了，又来几天了，很像哦，听不到。没有，哎，其实我真的是，这是曾就是想了很多，嗯啊，就是。那你要不要写新的报告？我只会画。我只会画狮子出来 ，OK， 就是呀，对，哦，空空啊，好天哪，讲什么？天啊，我在讲什么？我感受到被旋转的感觉了，哦，会达到旋转的卷头，哦呀，我会多注意的，我多注意的，结果我刚刚马上就犯规了，快要犯规，对啊，你马上就在那边哦，我讲，嗯。哎、那我刚刚想的不太妙的东西来靠北啊？你想要什么？刚刚不知道哦什么之类的。你，啊、你知道我刚刚讲到Hey you，Hey you，又不是Hey you，默默知道，默默知道，乱来。哎，怎么有人都打金怪？
没有，那个是比较深层的东西了，不懂会正常的。我不懂，你们两个我也不懂。那个我们只好之后来都在讲，都在讲。我那私下哦，施舍，我的字打不出来耶。他的 label 线了，他的 label 大概就等同于亚洲线什么什么什么线上赌场上线了那种感觉。哦。原来如此，哇，160颗哎，很多呢，都打困难的，困难啊，一阵的呢，哎，佳佳，哎呦，佳佳，我也要组队，不行啊，吃酱油，酱油，哎，他自己，哇，你们怎么等于等于啊，哇，被等于等于，被等于等于，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我把他拒绝你啊，等于等于啊。打不了了，打不了了，等于等于了。我被脸部按摩了，你们不要打我，不要打我，不要打我，我打了，我又打了，就算我的了。我帮你赔。哦，好爽，按得好，按这里再大一点。哦，好爽，谢谢，按得好，按得好，按得好。啊。哦，好爽。可以耶。总是看我。你还要冲吗？总是看我。啊 ，QQ 波波吗？他看我哎。你可能要踢一下哦，是我打到，我感觉我们。别按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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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按摩！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我给你们输出，给你们输出。我到底是被他打，还是被自己人砍？你看伤害啊！被自己人砍的。可以，可以有伤害啊！你看你被打的血量是多少啊？哎。哦！记忆点夸张，还加四，还加四，抓到了，怎么又怎么又吐了？来，好完了，抓到了，都被我头脑杀掉，我跟你讲。听我解释。好，看来是他了。那不是我打的啦，那个是我在路上的时候看到有一只狐狸，然后我就去追他。所以他以后就把兔肉吐到我手上，哎、欸，我很鬼脸啊！你就是狐狸呀！要把他加油！法官救命啊！还我加油！要举起人民的法锤！完全不理耶！完全不理！太不理了！自己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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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分。他刚刚也在摸底下而已啊！刚刚那个他身上有一些东西在他那里，暂时在那里，不要吸走啦！啊，我吗？对，所以我才叫你。我没有钻石啊。没有啊，我刚刚有7到27狗丢进去了。哦，那这样你可以走，你可以走，没事，你可以走，你可以走了。你又砍我了，抱歉。可是我有7到钻石剑，吐出来，那吐出来，哈哈，我一条命了。啊，可以给我吗？我想要。你在哪？所以还有一组是放里面，你放里面。我还没拿，里面十二个吗？哦，拿一个。我放右下。好，耶。你要鉴定啊！哎哎，阿外传哦，阿外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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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孙勇在家吗？钻石里30块！天，你怎么会学这么低？今天太惨了吧！天，小雨在家吗？我不在，我在外面。啊，我说外岛会，30块。音乐啊！我记得不是有在外面六十块，你也在外面哦。师傅，我要 keep free 你。你要传什么的？打字？因为你刚刚一直在打断。哦，对不起。对。哎呦！哎呦！哦呦！原来你在家不讲哦。啊，这个是啊，我不讲的。啊，我刚刚死回家的你。真的，你要过来呀！我的手机死了，对不起，对不起，有击到是我的，谢谢，谢谢了，谢谢团团。师傅，师傅，这个顺便一下，顺便一下，等一下啊，能给我打？笑死！1、2、3、4、5、6，给你了。好，哦，谢谢大哥五十的，我刚刚讲什么？分享给钱，对对对，好人一生平安，吃泡面有调味包，上厕所有卫生纸啊。可是我不吃泡面的。吃科学面有调味包，我不吃科学面的。那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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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吧，反正很难养吧，对不对？我等下就说你家卖家。那个吃竹子里面有竹子公主，
哈哎呀，知道主题公主，好恐怖哦，好恶心哦。那我如果没有，我如果不没有注意到，我就咬下去，他的头就被我咬掉了，好可怕。不不不不不，那你就咬爽口一点嘛，你干嘛咬这么大口啦？那这样可能是不小心咬掉他耳朵，哎，这样好吗？好不，不要，好痛啊！师傅凶残的一面，我们都看到了。哎，你自己提的，哎，天啊！对啊，他自己提的，是我吗？是你啊，不然再转啊！等一下啦，谁送我57.5个珍珠啦？你不是要干嘛？珍珠，你的外送还可以点五啊？你的外送哎，谁送的啦？白痴哦，这应该给阿旺，怎么会给我啦？啊，对呢，送错人了啦，送错人了啦，送错人来，我帮你，我帮你送过去，我帮你送过去。我记得阿旺家是在这嘛？啊，对，阿旺家是瑞士卷嘛？看到瑞士卷，是钢笔人那个吗？啊，对啊，还在盖，还在盖啊！你给我工作，我缺那木头啦！就我没有玩，我也没玩啊！哎呦，来来来来，哦好，来来来，我突然觉得我好受欢迎哦，来来来。真受欢迎！哎，我稿子有还你吗？有啦。哦，你没有？你要这样子没有？要加赔一个给你？没有，你必须要再弄一个给我。那没关系啊，我知道你弄不出来，那你把那个等那个什么算等价钻石给我。好贵哦！我先下了，肚子疼，拜拜。他旋转，你又被旋转。好奇怪的，我的肚子突然剧烈疼痛，完了，我先下了，睡个。肚子在旋转呢。对，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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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不行，战达人吧？我可能想到，为什么会想到苏利普啦？烦死了！你刚刚是讲苏利普啊？对啊，烦嘞！我刚又想到了啦，我烦哦。不是小只的苏利普才大只，要大苏利普，苏利普就是跟那个他们吵架那个，什么是激动鸟啦？激动鸟啦！讲出来了，讲出来了。来跟你讲哦，你要讲台词。哎呦，真是！你是说肥皂人吗？对对对，人家我以前做那个肥皂都实验室里面做的，现在做肥皂很简单。在实验室里面做啊？做肥皂？嗯，要做肥皂啊。而且他一做出来就是那个那个沐浴乳很厉害耶，他做沐浴乳耶，他不是做皂体，他是做皂液耶，我的天，我的天啊，我的天啊，哇，你的文字皂液很厉害，对啊，还是我是这科的在那边，哦，哇，他好凶哦，我没有很凶，只是，对啊，哎，杰克，我帮你按铃，我不用不用不用。我帮你按心铃。汽车加油以外都不用按铃。不要啦，不要按了，不要按了。直接被拒绝。哎，你刚刚说到实验室，你们真的有解剖过青蛙吗？没有，没有，没有。我有解剖过吧？你好厉害哦。没有啊，可是我有，可是我有看人家解剖过牙齿。哦。牙齿。解剖牙齿。假啊？就是，哎、欸，我怕这样说一说，等下变十八家，你说变剧透吗？哦，我说，变剧透，剧透怎么解剖牙齿？是不是？哎、欸，我最近在学，你在那边讲，真是，我白痴，我想说，我第一次上课可以自己看到，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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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血流成河呢，够啦，我想要自己，哎、欸，拜托，那时候在看的时候，大家都快吐了。啊、哦！我感觉到你快吐了，吐了，我感觉应该是吐出来了。哇、啊，没事吧？很可怕哎、欸！我看牙齿破面了。哎、欸，他们很多人都有解剖过青蛙，还说很好玩呢、欸。好恐怖啊！天哪！哎、欸，那解剖之后青蛙是要丢掉的哎、欸。等一下，我看到一个更可怕的，我看过解剖过眼球啊！眼球可以
而且眼球还在吗？哦、眼球眼球的我知道，都拿什么猪猪的牛的那些啊？天哪！哎，团你在哪？因为我那时候看那个什么上课都说什么要解剖青蛙，可是我从来没有解剖过。嗯，没有。哎、欸，那过来我教你。好。你要教他解剖青蛛吗？你站这边，没有没有，看他们就好。他今天要教我，他要教我解剖安德，看他们就好了。下下下，快快快，过来过来过来，会死！好恐怖哦！阿旺也是狗耳朵对吧？我愿意，突然问了一个智障问题耶！对不起，应该是猫耳朵吧？猫耳朵啦，不是兔子吧？他一瞬间不知道该讲什么。你要说对，自己的狗耳朵我搞不定，它像牛耳牛耳朵或牛角。猪耳朵好好吃哦，猪耳朵好吃。你说饼干吗？对。哎，你要盖牛角？饼干饼干那不是猫耳朵？那个限定版阿旺。限定版阿旺。又要限定版？是啊。耳朵切掉，耳朵切掉。限定，限定，限定的，限定的。哦。啊！告辞，告辞。喵。还你啦！还你，还你，还你，白色，我还你啦！啊、你给我干嘛？我以为你要。你要告辞是不是？我以为你要告辞。啊，所以酱油，酱油，你刚刚说那个解，你说解剖牙齿是你以前有解剖过？就是也不能算是算是老师弄给我们看吧。哦。然后还有比较可怕的是要那个解剖那个，也不是，就是要把那个口腔切开一样。可是这个是看影片，哦、超血腥哎、欸。哦。老实说，我蛮常看的、欸。真的假的？你说你拍什么？没有拍料理鱼啦。是啦，我说料理。我说真的是口腔的啦，口腔的解剖。我、哦、白痴哦，不是你爸爸的工作吗？还是、啊、对对对，我爸是做假牙技师，所以常常会看到一些牙齿啊。对不起，哎呀，哦，我以为你是在看那个日本职业达人解剖鱼的画面。好看耶！我不知不觉把它看完呢，很好看呢。我以为讲这个，就是 YouTube 上面会有人记录那个什么，就是戴牙套的那个。就是可能他带两年的那个、哦、那样子、啊、时间轨这样哦，你们都会看这个吗？不就是偶尔切到的时候，我就会看一些啊。他昨天在推荐影片的时候，对啊，输液啊，都被那个演算法带着走哎、欸，我的天真的哎、欸，好恐怖哦，吓死人，吓死。我看了一个 ASMR 啊，以后我整个画面全都是 ASMR 啊，然后我看都看不完。哎、欸，你知道说 ASMR， 我真的是很不能理解。你们真的觉得吃东西那种嚼嚼嚼的那个 ASMR 很好，很棒吗？哦、啊，我不喜欢。没有他如果是刻意的嘎嘎嘎嘎的那种不行。可是他如果是吃的东西本来就声音很大，我就觉得还好。哦，嗯、因为就我 YouTube 很多那种吃东西 ASMR， 它不就是这种的吗？就是它有一些是唬烂的呢，他那个什么、啊、吃，我不知道他是那个上错音效还是怎样，上错音效，他在吸面，结果我是嚼饭的声音，啊啊，太白痴了吧？真的啊，就是他的嘴型是这样的动作在吸面，然后这种出来的声音是喵喵喵喵，他一嘴弄拉错东西，对，一嘴拉错，混沌型啊，他故意的，故意的吧？你错乱型，视觉跟听觉直接错乱。他又没有规定说一定要吃饭的时候不能是吸面的声音，对不对？哦，所以他吃的是面非面，其实是饭，是不是？对对，面非面，哇，真是面非面，天哪，意想不到，没想到吧，小当家出现，真的没想到，好像，对，小当家出第二季，有没有人看？第一季都没看，太亮了，我眼睛看得好痛哦。他的头发那个不能接受，欸、对，我从此就没看，对，他发油涂太多了，不能接受，真的啊。欸我这一集都没看，你说是真的？你说虫子啊？就对啊，虫子之本。我有稍微看一点点，下次再看。可是大家旧版应该都看过吧？
就是看到就爆、啊、看到那个啊，神的厨具那边啊。嗯，他新版真的是在赶火车哎、欸，我从来没看过一个做菜那么赶火车的。他基本上就是这样。好，我们现在制作，不可能，那个小鬼不可能比我快，我好了。太快了，中间太快了吧，中间的。真的是这样，我那时候看到，我想说哈，他就说他就是反派，在心里想哦，说我只要再做酱汁就好了。这个小鬼不可能，我好了。不是啊，就跟那个啊，他这个速度是不是大概就跟那个《世纪之灵》的后半段一样？哈哈哈哈哈！赶火车吗？哎，《世纪之灵》后面的超快。他《世纪之灵》后面那个那什么一集二十几分钟的量哦，他可以直接从那个32强到4强。就比较多哇！等下32到4强，他是怎样？就赶火车啊！我想说，该不会是那种程度吧？那样子真的看得会很不爽哎、欸，老实说，太快了！我看很多人都在吐槽啊，不过《十几之影》我没看过，然后他是多赶啊？没有啦，前面没有，前面很好，前面还好，前面很，我真觉得很赞，但是后面就哦，要求这边我走了。可是前面我觉得有点过久。哦，对啊，他的前面是有点稍微久点，可是我觉得还能接受啦，还可以是可以理解啦。可是我会觉得、就是哎，好像有久哎、欸。然后后面又觉得哦，后面又觉得哦，又太快了。哎，不行。哎，其实我原本看《十景之影》啊，因为我看这个嗨，你好，你好。我看这个都，我看这种都是想要看他们就是做东西的过程，哦、看两个好吃。嗯。然后我第一次看《十景之影》以后，我发现我看的都是人家在爆衣。是啊，人家大部分人家爆衣，人家其他的不就是看爆衣吗？对啊，我想说，哇，他做菜，为什么他可以把一个什么像是蛋炒饭做的像是图灵光剂一样？想说算了，看他吃也很好，是爆衣哈。啊，人家本身衣服都不见了，人家本身是画 H 漫的。对啊，他原本他的作者是画那个，对啊，他原本就是，是啊是啊，他原本是 H 漫的。所以你还发现他画的风格就很像。对，他中间曾经有一度比较收敛，就是然后后来他换去另外一个地方连载之后，然后后面的又暴走了。暴走！哦，真的是暴走，从封面开始暴走。受不了了、啊！是已经没有人可以束缚、啊。我终于解封了！解封了！我的右手。那我跟你讲，他会不会后面开始赶火车？会不会就是因为啊，都不能再怎么画都是这样啊，我受不了了，我要赶快完结去画我想画的这样。不是，我记得他就是有换地方连载啊，然后就是中间就是一个又大暴走这样。我蛮想看他其他作品，我不是说就是啊，说他之前的还没上岸的作品吗？对，不是就是对，你可以去直接去 Google 就会有了啊。Google 他的名字，他会跳到一些奇怪的网站，你要小心点哦。没有，就是要看那个不是吗？没有，怎么看的东西嘞？我怎么看的东西嘞？对吧？他怎么看的东西？他正在看。你点进去的是同生蛋火锅，或者是你点进去是今日限定，然后裤子都脱了一半了，然后简直是啊！给你看今日限定哦，哦，好恐怖哦，口味很重。哎呦，你还那我用这个可以电话机。阿基，你要不要点一下？阿基不会点我们的连结啦。对啊，不点。他上次好不容易点了一个，就被酱油剧透了。酱油说你对呀，好不容易耶，这准备要点而已，还没点，还好没事，差一点。对啊，像我这么诚实的人，从来不会骗诶。酱官，以后要不要给我连结？这样子你以后就是才可以骗一波大的，你知道吗？对对啊，以后你就会看到综合版，就是他在限定的旁边端火锅，好要死我！哦，好烦哦，好甜。哎，我看到有一个动画综合的超好笑，哎，他就画那个同神端火锅，然后火锅里面会出现冰冰姐，我看到。对啊，哎、欸，那个很赞耶！我的天哪，我觉得直接滑到那个作者不是政治味很重的那个吗？
对，好像是吧。我都不知道哎、欸，反正就是昨天刚好滑到看到。只是我也有看到，我觉得太白痴。那个很赞哎、欸，他画的很流畅哎、欸，然后后面这边就是在接统神的时事梗。对。不要笑！不要笑！不要笑！真的幼稚。现在不是有什么端火锅游戏？有啊，哦、你不是玩、啊？你不就要版权吗？超难的、欸，明明都存到20级耶、欸！我那天玩到57，天哪，太猛了吧！你们怎么会去玩这东西啊？很有趣啊，就平衡游戏啊，平衡游戏，对啊，真的是平衡游戏。下次就会有一个泡汤游戏了。哦，那不是要调水温吧？哦天哪，调水温，太冷了。冰冰姐姐变成冰块，好，太热是融化是不是？太热就会变成火锅。哦，现在就是转去，你要去端火锅，好烦哦。当你玩，你要按叉叉，他就会说：“哎、欸，对了，端火锅也很好玩哦，要不要玩一下？”啊！讲错话了，讲错话了。看来你的平衡不好哦。哎呀，平衡不够好啊！端火锅端到跌倒了哈、哦。跌倒了。没有，是温泉太热了，温泉太热。太水温要调嘛？你怎么就不 OK 呢？反省一下你自己。欸、你知道那个啊，就是前不是有出一个端火锅的十大的姿势吗？哦，对啊，对啊。然后我去看了之后啊，然后呢，我就跑去那个统神的原本的那个原影片去看。欸，他那个其实有点可怕、欸，他是突然间左肩就痛到他大叫、欸，我觉得超可怕。对啊对啊、这个身体警讯欸，要求超恐怖。对啊，而且他还痛不止一次，你知道吗？超可怕的。他所以他不是跌倒，他是因为他不是他是突然间左肩就痛，而且是坐着就左肩就痛，我觉得这好可怕哦，嗯、真的很可怕、哦。身体的一个小小资讯哦，你是说好像相隔两个月吧，还是什么那个的吗？对对对对那个相隔两个月，同时的右左肩突然痛起来，是巧合吗？我不这么认为。这里面肯定有着大大的阴谋。天哪！哇，想炸我啊，门都没有。我可以把你的地那个吗？地下刷怪改一下下吗？改啊！我想把那个啊，团团的啊，改一下。嗯，改啊！我把烽火台重一点。有天要折纸，你们那边有没有铃兰呢？林兰、啊，你放错。你在看月月的花花花花花花那个香香花花铁，我不知道有没有哎、欸。你去看一下。通常不会去踩它，我想我还没回家。嗯、林兰花你要拿来干嘛？你要装饰哦，还是要做汤啊？等一下，这是谁的狗？你要做汤、啊，很可怜。我在外面帮你看看。狗？林兰他怎么在外面呢、啊？哎喂，林兰花的汤的效果是什么？中毒啊！哦哦哦，你要解那个哦？对啊，他刚好还有两个汤。我看一瞬间怎么想到白雪公主啊？你要给谁喝？好，就任务啊！要给谁喝？任务有个任务是要全部的那个汤。不是啦，他是要给人家喝。中毒，他要拿两碗，一碗中毒，一碗那个。哦，对，哦，你那个刚好没看到啊。嗯，我箱子没有啊，就是没有，你可能要去外面找了。要靠小雨了。嗯小雨了，你要请蜜蜂去找花。哎、欸，我从外面逛街逛逛，然后逛回家里附近了，太强了吧！找到回家的路了。哇，你不是笨的蜜蜂？耶，不是笨的，我是聪明的蜜蜂。可以自己找到回家的路。他其实如果要找林兰，都要去沼泽附近吧？那个是那个吧？嗯是蝴蝶兰、欸，蝴蝶兰、欸哦，那是蝴蝶兰、啊。林、嗯、兰是平原上的，都有蓝、啊。哎呦哎呦！哎，刚刚说那个身体的警讯啊，我就想到一个笑话，嗯、就是每个月都会有那几天，就是男生女生都会有每个月都有那几天。嗯，可能是会在月底的时候，
是会有金钱不足的感觉，就 不开心。哦、我刚刚以为你要说男生有月经呢，我想说哈，我刚刚想说其实男生有，男生有啊，但是有，只是男生不会有那个什么反应，但你会喷血，不是没有情绪的，没他是情绪低潮，情绪也是有低潮期，嗯，就是跟女生的那个一个月是一样，其实男生也是有这个那段时间，但是男生没有生理的状况。对、嗯，就是心理层面。心理层面。对对对，这个是小知识，冷知识。然后你知道在有一些特定的季节，人会更忧郁。啊？什么东西？在什么？在秋天，人会更忧郁这件事情。啊？谁？你说有人会在秋天更忧郁？秋天会使人比较忧郁，不是人，不是谁，是使人。秋天使人比较忧郁，对啊，这个好像是有研究数据的。我以为是冬天呢、欸，没有没有，因为冬天就很冷啊，但是秋天就是那种就是有点要冷不冷啊，不上不下的，对，不上不下的，就是给人就是一个好像。就这样子吧，这样就是一个很消极的感觉。那为什么我会说以为是冬天？因为冬天的日照不是正常来说是最短，比较短啊，对吧？啊，通常不是说什么就是日照最短的话会让那个怎么了？没事没事啊，想说日照最短不是就会影响人的情绪之类的、啊，就居然不是？对啊，啊秋因为毕竟是秋天先嘛，秋天先会改变日照时间。哦、对。你说这个我想到了，我好像之前有听过类似的，然后那时候我旁边的一个人有魔鬼发言，他说、啊、没关系啊，反正快要没有秋天了啊，确实啦，是啊，剩下跟冬这样，对啊，嗯，两个季节而已，以后就不会忧郁咯，以后真的都不用，太可怕了，我也觉得气候越来越极端了。这样我以后怎么说？我今天有点不太想上班，因为秋天的关系。老板，我不太想上班，为什么？因为现在是秋天。居然不是说那个来吗？对啊。你觉得我跟老板说我那个来，他会相信吗？我不知道，老板你信吗？啊，我不相信啊！你根本都不相信了，不接受，不接受。而且那个来还是要上班啊！我记得那时候我上班的时候，我有个同事，废话，痛到快站不起来哦。然后他就跟老板说他肚子真的好痛，老板看他说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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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去喝热水一样的道理。我看呢、欸，人家说最好的安慰，最好的安慰方法是你给他5万块叫他买水喝。这个好像可以，对不对？没有，你那个重点根本不是在那个水啊，那是5万块。不是说我们是那么肤浅的人吗？那个只是顺带的，重点是水。OK。对啊， okay. 我们那么肤浅吗？对不对？我们是那么贪那些个亿的人吗？那5万块也是可以不要，只是因为他想给我，我才拿的。对 对, 對。没有，那5万块是附加的，我原本没有那么想要这样子。哦、啊。我们看中的是心意的。对啊。那你不要，我可以要啦。那个5万块。好啊，好啊。啊，我不能给你，这是他的心意，我不能随便乱给，他会很伤心。哦。你们都很厉害耶、欸、你们都很会选择、哦啊、大家刚经过那个嘛，刚经过过年啊，不用这红包，不用啦，没关系啦，你拿着啦，没关系啦，然后那个手根本没有想松开的意思，紧紧握着，你拿着啦，太好笑了。哎、欸，我今年过年包红包我真的就这样，他说不用嘛，哦好好哦好好好哦好，他表演嗯、然后他们就用一个很 不可置信的眼神看着我。不对吧？应该要给我吧？应该强迫我收下吧？哎，不是应该要，不是应该再推一下，然后我再把它收下吗？哎、啊，这跟我剧本想的不太一样呢。怎么这么的刚刚好？但是干少赚一包。我跟你讲，然后有些就是知道我会发，然后就好谢谢。啊！计划失败。计划失败，有够诚实，很快，至少我守住了四包。Okay、哇塞，这有4个人想要跟你互推就对了。天哪、啊！哎、欸，不对耶，好像有点少耶，守的好像有点少。好啊，至少有少。哇，四包，
200包没有了，没有200。你只包200？怎么可能包200了？200也太少了。哎、欸，可是我真的超过200的啊！对啊，超过200的、啊。小孩吗？小孩包的还是大人包的？是小孩啊，大人包的啊。大人对，大人包200也太多了，也太那个了吧？太少。我包给妍雅都包600、欸。我的天哪！这是一样啊，就是因为我表哥是生一个，这我跟你分享一个过年的趣事，就好像今年不是就是疫情吗？然后我就几乎没有回家，这样我今天一整年好像都没回家。然后就那时候过年的时候要包红包，然后我就在算说我有四个侄女要包四包这样。然后我就在算说，我要包四包，然后我妈就跟我说，不是啊，是5包。我说啊，为什么5包？然后我妈就说啊，没有啊，大哥哥刚生一个新的小孩啊。我说啊，怎么在我们回家的期间又生了一个吗？天哪，又多一包！哎，怎么新年了，再生一个包包？没有，他才刚生3-4个月而已。太小看，等下，所以傻眼的。那小米，你刚刚说你哥还是表哥？我表哥。等下，我是不是曾几何时候就在过年前是不是有说等下还有等下那个什么年那个什么哥哥还是什么？是突然就说他到时候又生一个，干他真的又生一个，哇冤家哎，我多包600哎，哈哈哈哈哈！既然你又说不来，这怎么可能？那怎么可能啊？回去你娃最近那个就是30个月前就生一个、啊，怎么为什么？生了吧？欸、我跟你讲，我自己啊，从以前到现在啊，关于这种就是随口说错的事情啊，真的很可怕。我大概70%准哎、欸。我也是，我们这几个都是。我真的觉得好可怕，真的。那你们可以说我会捡到钱吗？不行，这样你是勇士，没办法了。我当然是好的不灵，坏的灵啊。乐透哦，哇，马上去买。哎，真的是。哎呀，好恐怖。太恐怖！你派他去买啊，收到的钱平分啊，这样也是啊。哎呦，好好、啊、有道理呢。想想啊，如果我中50，你有20块呢；我中500，你有200块呢；我中5000的话，你有20块呢。啊，怎么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你中越大，你拿给别人越来越少，怎样？对啊。没有原本分红，中20万的话，你就有2000块。我的天哪、啊，比例越来越奇怪了。对啊，你忘了团团这把剑好了，你忘了团团叫的宗旨吗？做善事哎、欸，对嘛？对啊，啊对啊，你在对啊什么？对啊，对啊，对啊，赚了一下钱给他嘞。你可以、啊，你给过了吗？有了，他好像确实只有给过我过了。我有好好交会费啊，对啊，我是有好好交会费的。有些信徒哦，就是不交会费啊，然后那个白痴白痴团团叫我东西啊，白痴白痴，你讲快一点好不好？就在那边白痴白痴，太凶了，白痴。好凶！你是想讲世界第二？没有，我觉得你在我心里是最棒的，大概啦。妙，大概啦。对啊，而且我们还有个那个。然、啊、后完了，他那个阿旺在那个什么、啊，在那个，我真的觉得你要 cue 我十之八九都没好事、啊，就是找人下水啊。哎、欸，我 cue 你超好，说不定我帮你买便当啊。我不要，没有，你凭什么不吃我买的便当？我觉得你买的便当我不太能信。哎、欸，我又不给你下毒，你就下泻药而已啊。你看。我的假面假，是不是？刚刚买一个鸡腿便当，可是他在路上那个鸡腿被吃掉了，然后嘴巴还留一点那个油油的烤鸡腿吗？油光便当吧。那个外送是捷克的，对不对？啊、有捷克你的外送平台有看到那烤鸡吗？巨克力，巨克力。那你专门送什么？啊，这叫 food chicken， food chicken，
苏七七。哎呦，我这主人，没事，你们继续。说什么？在干嘛？我刚刚突然间感受到一波来自外太空的讯息，他想要跟我交流。哦，没有，跟你交流。你要被外星人，你要被外星人打了。好，异形，那是异形。我那个异形，异形，我真是很气耶！我都做梦了，不能让我当主角吗？我还要被我还要被人家当小怪的、啊，当机。没有，我都被蠢人掐死了，你就算了。你好像比较惨，你就惨了，真的是比较惨。说好组队，他先来杀我。之前不是前一阵子我们很常打 LO 吗？对。我跟你讲，我做梦梦到 LOL 哎、欸，我梦到我变成里面的角色，又一定是猫咪，还是你是盖伦都要旋转？我梦到我变成盖伦，那我就真的是盖伦嘞！我就梦到我蹲在草丛，然后那时候我还记得哦，那时候我心里还在想，等一下路过的迷途羔羊就由我来拯救吧。我就可以旋转了，可以旋转人了。重点是，这好像你们全部都在。你说在那个草丛里面吗？原本是五打五，然后结果变那个八打八，然后还有五六个那个人我不认识。天哪！对啊，然后总是那时候我还记得一个最北西的是，我好像是对那个谁啊，我对小雨放 R 吧，然后我就大喊放肆吧小雨，然后小雨就跟我说哈我闪。毙了啦！那不行了。我闪避了。哇塞！哇，太强了吧！这技能免疫耶，太强了吧！当时我醒来，我还去 DC 看一下小雨有没有敲我。我没有，没事。可是你出金人呢？我的天哪！真的。很赚，这个技能出的值得。对啊。我觉得好像那时候就是一直玩那个游戏的话，就会做到那个游戏的梦。啊、可是你们都 好，那我玩大波怎么都没做到赚钱，就变那个有钱人这样。对啊，我也想要变有钱人，我也想要变有钱人，就在梦里也好。在梦里醒来，这样子很空虚。对啊，对啊，在想什么？我希望现实有啦，对，我都会继续再醉回去，给我们去梦，皆是。哎，对，而且如果我做梦啊，我梦到我在吃东西的时候，然后通常我要吃下去的瞬间，我一定会被吵醒。不是阿呆用屁股撞门，就是阿呆在大叫，不然就是楼下在吵架。然后小就很生气，我还没吃到哎、欸，你就是跟我一样啊，永远吃不到啊，吃不到那一口，对吧？就是咬。所以你还是直接去那个吧，还是直接就是醒来，直接去吃你梦到的东西。要杰克外带了。对啊，杰克，怎么了？你该送了，送什么？送餐了，送什么？烤鸡，送烤鸡不错啊。哎，那个运费那个不计啊，麻烦你从台南送到台北、啊。你这样，你觉得你这样是个好朋友的？然后那个我们以公里计价哦，从他变成外送员开始，以公里计价算很便宜耶，会吗？会吗？超贵，很贵。可是看一公里多少吧。对对，台南到台北的公这样公里数多少？应该有几百吧。有几百有吧？哇、啊，你看几百才几百块而已，啊，一公里，你一公里一块啊，没错，一块，你有一公里一块哦，哇，一公里一块太便宜了吧？欸、你这个油钱都付不出来啊，油钱要小撇。对，一公里一块，白痴哦。这个，它是三十七十，我又忘记了，三十七十啊，因为这之前泰迪那个小 bug。我看一下，我也忘记，我一改回来了，忘记了原本是。因为我刚刚有冲过一个，它是加三，所以它是三十八，它是30%。啊，好，我继续。所以是你欧洲？对，我欧洲冲过一个了。夸张，夸张，快修改几率。然后在你们刚才聊天的时候，其实我冲到一个神的东西。哎呦，什么东西？上次巧克力不是帮我弄到一个攻加四条攻击力？哦、嗯。再多加一条变五条攻击力的哦，那现在缺哪一张牌、啊？太恶心了吧，超恶的。
这样你还缺什么东西啊？你还现在缺什么？他有办法，你要慢慢刷到七条攻击吗？没有，现在最多五条啦，五条，现在最多是顶啊，顶肚子了。就只要再顶的话，就是20、20、20、20，好难呢、哦，好难。要啦，我其他还可以再升级啊，其他的我顶多只有两条、三条啊，还没到五条都全攻击啊。嗯，慢慢洗，慢慢冲。他们有人讲了，台北到高雄大概300多，所以台南应该大概两，应该是200多吧，200多这样算，300、200这样，还是很远啊，远的，好远啊。哇，没有啊，现在交通那么方便，根本不用怕，好不好？对啊，搭捷运就到了。好好近哦，好近哎！可是我跟你讲，如果高铁再多加太多站，真的会变捷运哦。我觉得，高铁就是不能加太多站。对啊，它再多就不是高铁啦，就对啊，它就会超满你，不是它就会变台铁了。对啊，真的。满，我们这个话之后就会讲，你们嫌过一些人呢？这样子，我 OK。嗯，可是高铁站都在超偏僻的地方，我真的是不起。对啊，可是其实高雄的其实还好。高雄，可是高雄也在左营啊，它也不是在就是那个、啊、主要的地方。对，就是所有的都接的很方便，嗯，至少还接得出来。没，那是后来啊，后来左营才比较，后来才弄起来的吧？对。为什么台南的还是这么偏僻、啊？嘉义也很偏僻，好不好？也是偏僻要不？哎，嘉义要从嘉义市过去，大概快一个小时。我真是不懂哎、欸，好久、哦。桃园这边去也是要一个小时，一个小时我都从桃园坐回嘉义了，超远的。我在桃园到嘉义坐客运只要一小时啊。没有啊，坐高铁。哦，坐一小时也太近了吧？坐要坐三个小时左右。三个，而且还没有直达哦，你还要坐到台中，然后再转车。真的假的？对啊，因为桃园没有直接到嘉义的。哦，对哦。哎呀，太多了，太多了吧？太多了。是怎样？哇，两只小鸡骑士哎、欸！啊，我是说团团了。哦，来来，周末都市有人跑去中，要去飘一下了吗？你要跑去飘一下了吗？啊、我是来飘的啊。你是去飘的？哎、欸，那你飘，你可以顺便找那个没有壳的。你丢隐形药水啊？没有壳，可以拍照啊。我没有带隐形药水，我只是来飘的而已。飘配。哇！我现在攻击可以到1000呢、欸，好扯哦，太强了吧！刚8张30%过4张，扯哎、欸，过1000什么意思？就是打架啦，打那个啦，村民他讲1000，就是100的伤害吧？100哦，对，哇，我有70几就很高嘞、欸，刚刚那个冲上去很扯，哇、哦，没呀，现在尬谁伤害高？对啊，是啊，那个铁巨人一下就直接秒掉嘞。嗯，就进来嘎嚓，就进来嘎嚓，哇，啪！铁巨人抖了一下，啊，打我吗？打我吗？不是，他已经死了。你们要打？你们要打我啊？直接死掉。可以的，可以的。啊！我也要死掉了，拜拜各位。拜拜。你干嘛？拜拜。拜。岩浆中游泳，快乐的。不是啊，你可以赶快踢，找个人踢踢呀、啊。我刚刚累个了一下，累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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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哦，还可以这样玩啊！我懂了，我懂了。啊！咦，我等晚上。怎么了？没带珍珠，算了。哎、欸。等一下，这是狐狸，怎么是我的名字？哦，没事，我看错了，那是我啊，炸底。我想说，我看到一只狐狸，怎么叫 soy sauce 叉鸡？嗯，你看到你自己吧，嗯，看到你咖喱吧，你养的吗？嗯，然后后面才发现他的宠物卡在房子里。OK。
对耶，酱油现在基本上就是狐狸嘛，对不对？对、嗯、对啊，拜托你营养师不要再来了好吗？我不要看到什么玉钻金还是什么？你知道为什么会一直去吗？那是因为我对师傅浓浓的师徒爱。我觉得太可怕了，你知道你来太多次了，我怕了。我想要让你帮我升到钻金，懂意思吗？练我。我跟你讲，不要我抽到你的重复率真的都已经快要可以升到钻金七了，你知道吗？练我，你不练你可爱的徒弟吗？就是已经练了一只了，然后他还来了五只、啊、来六只，再练一只啊！哎，这样很开心，太可怕了！哎哎，你是怎样？你是不是想勒索我？你是不是想勒索我？借传一下而已嘛，很凶哎、欸！啊嘿！哦、等一下，一个人在先在家，一个人先在家，我先回去了。我在家，嗨，在那边在干嘛？去了，我们要解那个飘飘飘。哦，我也要飘飘飘，什么？可以传团团了，可以传团团。你在空中吗？我相信你不在。不在啊，他打到我们吗？我要去上面飘飘飘。好，嘿，你怎么知道我在你家门口？我不知道啊，我只看到你在家里而已。哦，戒符棒在哪里？这里，你逼我哦，看到了。有人说有一种玩法可以快速的解啦，啊，就快速的解。哦，狙击手对狙，就先爬到塔顶，然后被戒符棒打一下，那就丢珍珠下来。哦，直接丢到地下去，是有点可以、哦。我是没试过啦，你们可以试试看啦。哦，聪明，我那飞不到那么高哎、欸，我的天啊！哎，谁在那边？团团他们，我在。哇！成功！不是啊，双翅膀啊，好可惜哦！哎呀，真是哎、欸，没有解到，快死了！你说之前都是哈基用我们，我现在可以用回去了。没有，我刚刚其实只是想要解任务啊，要解到一半而已。我要想你差不多在飘了，我就说反正他们发自内心的叫，我心脏少跳一拍，你知道吗？终于换你了吧？欸有哎、欸，为什么？为什么你变得这么快啊？哎呦，我被洗啊！先到塔顶，然后被打，然后飘起来的时候丢下去吧。哦，好，那我要回家拿我的珍珠，我要死了。等一下，地上我把它打死，你地上捡一下。珍珠不是那边直接打下，下面打一下安德就有了、啊。主要我只剩一颗血，打一下，有了，有了，有人还在那边吗？我也想解，我在。哎，你可以在中间这个，这边有挖白痴，有挖白痴，挖白痴，你搞啥？是啦，我那边塔中间有一个，我挖一个洞，就是照着那个路线被打上去，它就 OK 了。I will. 我要花一颗钻石，我已经22次了。哎呦，我要卡去了，我快死。噼啪碰。哎、欸，你怎么在家？啊、没有，你听团团听团，我解完了，我回来了。在我也在家里呀。好，大家都杰克，杰克。我在，因为我胃还没解。噼啪碰，嘿。我刚死掉，我要缴钱了。我已经缴了22颗钻石，你这个学费很够，校长爱你。你们是在哪里开始飞？他说这个洞啊，在哪？帕杜提普，帕杜路，帕杜路，就飞到那个啊，他不是有个中介船啊，船上一定都会有那个戒符棒啊，啊，戒符棒你就碰到之后，你就往丢个中珍珠网到最下面就好了。嗯，接虎棒，爬哇，好，哇哇，这个怎么解啊？哪一个？将地狱幽灵带回主世界。
哦，要要开超大的地狱门，你要做最大的地狱门，然后把它对，然后用钓竿钓一钓。嗯，可是地狱门不是会一直那个一直射火球？对啊，可是我们防爆啊。哦，对啊，那不会把那个门打爆？对啊，对啊，打爆。哦，你忘记以前 1.7 的时候，那时候水母在我们那个吗？城镇里面乱炸。好可怕哦！对，因为那时候刚开放那个23×23的那个地狱门出来，我们就在那边乱搞，就真的把一只引回家了。然后他就开始轰炸了。对啊，当时我们又没有弓箭还是什么，能不能对他怎样做？哦，哎、欸，这好像很酷哎、欸，飞碟，飞碟，他太打人了，自己打人了。我猜波波在家。对啊，我在家。哇，我猜对了。是一个定期会交学费的好学生，我的天！就是需要你这样子的人呐、啊，真的，学校就是需要你这种好学生。啊、最大的地狱门是外框23×23，里面21×1吗？就是吗？就23×23是那个、啊哦、黑曜石，黑曜石就对，嗯，哦好。王九上来要干嘛？交学费？干嘛？交学费？跟我一起交学费。我学费都已经准时缴了，对，我不用缴很多。没有，你之前只有交两次就不多。对啊，我不用缴很多嘿。我是你的11倍。那我应该说谢谢波波让我们有学校读。是繁星跟他记得22倍。哦，这个一次还不是因为上次捡垃圾那一次？对啊，捡垃圾。什么时候死过一次了？为什么？捡垃圾啊？还是你也是捡垃圾？他不是吧？他在那边不是吗？可是他既很难死呢，他都是杀死人的呢。对啊。嘿嘿，我的死亡次数大概都是那个吧，杀人椅子吧，杀人椅子，一个小雨有一半应该都是杀人椅子，对，坐一坐坐一坐，对，我们都是杀人椅子。对耶，我要去做我的每日任务，我要去筛选熊猫馆的熊猫了。哦，团团的每日任务，没错。哎呀，喝水。水，喝水，记得点广告，点点点。嗯，下面那是谁家的狐狸啊？21，21。还有谁会养狐狸啊？46。对啊，只有狐狸神才会养狐狸、啊。他已经脱离我的控制了，他看到我就跑。他不是一直看到你就跑吗？对呀、啊，哎、欸，我跟你说。你是家暴对不对？哇，没有，他多好，狂塞饲料给他哎、欸，狂塞也不是好事吧？狂塞，他会吃到，就整个脸都就是撑满，然后你还一直塞这样，对啊，你熊会赶快讲，阿妈养的狐狸，给我吃啊，最好是吃哦，吃哦，吃饱了，你不试试看吗？试试看，你叫卖假，然后整个翻掉，你叫卖假。说到这个，我好饿，我要来吃，完就没吃啊，海苔。那你记得要那个、啊、关麦哦。好的，对，我们再见。太久了，你猜那么久啊？猜一包钟，猜半小时。太饿了吧，团团，你这边这个熊猫馆很像僵尸在啃人的声音哎，真的，对不对？跑过来看，经过看到很像那个僵尸在啃人的感觉。在啃脑袋，然后就一开哦，其实他们在很可爱的吃竹子啦，很可爱的吃脑袋。那个对，好可爱，竹子公主啊，对啦，他们在啃竹子公主的脑袋啦。哎、啊、哦，啊，好可爱！竹子公主没事吧？没有啊，他们怕、竹子公主已经被吃掉太多，快要濒临绝种了。濒临绝种吗？还是会濒临绝种？稀有的竹子公主，对，稀有的了，太可怕了！啊、天哪！啊！什么？你被咬到了吗？要变僵尸了吗？没有，上次就不是要装饰自己的家吗？哦，然后我就另即先盖一个红色的屋顶出来。我刚想说，我要、哦、差不多把它弄成二楼好了。一上来，然后一只苦瓜跟一只蜘蛛的一样。我说我们已经入住了哦，这样子啊。
场、啊、来看房的啦，傻眼！我刚叫我去吃苦瓜堡了，新屋入住。哎、欸，对了，我问一下，我那个懂麦块知识的那个熊猫，一般熊猫会打喷嚏吗？会啊，小熊猫。哦，好吧，我想说，因为不是它有一个类别是什么生病流鼻涕的吗？嗯，会掉三米桥的、啊。我以为是流鼻涕才会打喷嚏，流鼻涕的它会绿绿的啊，它会。他会狂打喷嚏，他会打那个叫什么莱姆球出来，好猛、啊！对啊，真的、啊、恐怖哦！他打喷嚏会喷莱姆球，那莱姆球就是熊猫的鼻涕嘛？对，你看，啊、因为就我家下面很可爱，会生一只完整的出来，好可怕啊！对啊。在打精英怪不久，我还没破啦，你们可以传一下。被发现了。哦呦，我以为我可以耶。哇，你可以，可是血量剩还很多哎。没有啊，我打第一下你就死了，是不是？没有啊，他大概打我三四五下吧，我就。我有燃烧啊，跑超快。谁的剑有燃烧？应该包包吧。包包，你的剑是不是？去交学费了。我现在就只有把剑先让我用着。啊，走错边那么多怪、啊，那个他招的。哦。哎、欸、哎、欸、打包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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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叠起来，叠高，叠高，叠高，叠四个高，叠四个高。掉掉掉掉！你快叠高！哇，好高级的剑组。哇！我会盖加冕。你这个剑脚是好高级啊、哦。我是导人，嗨塞！是，嗨塞！宣战喽！下去，下去！啊！还是你要在上面，这边打不到。在上面。把包包挖起来好了。咦、欸欸？没东西？把血突然爆开、欸？被吸走了？被谁吸走了？我看没东西、欸。我身上没东西。我刚刚没东西。我刚看到他缩腰一格，瞬间消失、欸。哎、欸。不是看他没完全没有喷东西、欸。对。我刚刚看地上也没东西。哎、欸。你那只精怪是哪来的 啊？路边看到的。我好像很难回，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就是我走着走着，突然看到有一只。他其实没有跳那个耶。对啊，他没跳、啊，他没有跳那个坐标。怀疑他会是旧版的，因为 BOSS 是有哦。哦，他一直没有不见，是不是？没有被刷掉、啊，没有人遇到他很久了，这样子。我、哦、天哪，就在家附近而已，他好可怜哦。从一代地图出来的，对，啊，而且他有30%强化卷吗？怎么了？我不知道，对对对对，有人在家吗？飞啦，那么近，你怎么在这里干？这么近啊？不是这边吗？不是，你不去幽灵灵魂沙地群吗？哦，你看他在干嘛？嗯，哦，对啊，哦好哦，你也是有办法，你要等很久。对啊，灵魂沙比较多啊。对啊。哦哦哦哦哦！你要我怎么在这里？你要我听到你那个熊猫也哦一声，我想说到底是熊猫。熊猫叫很大声呢。谁是谁？谁？Who？谁是谁？是谁？到底是谁？哦、oh. ，今日限定粉团叫声。又限定，吓死了！今天很多限定哎。算了，可以了。盖了都盖了，就对啊，哦，再去挖，再去挖，不用猜了，不用猜了，去中介啊，对，去中介挖就好了，对耶，哎呦，去中介挖回来了，旁边就是家，那我先去找地形好了，好，你说那个路上就有了、啊，对耶，好像路上就有了哈，对啊。嗯，欸、对耶，我等下去打副本，差点忘记。赶快打一打哦！对，你我还没打，打一打哦，还没买哦，靠，我还没买彩票，赶快买啊！还没买，没事啊，你的15号还没有被买，你的15号还没有被买，追一下梦想哦，梦想哦，快追哦，追追追追！我听到有人想要梦想吗？对，等我吃完海苔再帮助你们。哎、欸，海苔真的不能吃太多哦，你会钠中毒哦，钠中毒对哦，真的假的？对，
真的，因为彩彩其实是蛮蛮闲的，奶奶超闲，化学物没有，除非你是买那种比较没调味的。对，你想象一下，你看它上面是多少盐巴，你就想一下，它钠含量超高的，你得在吃盐巴，你知道吗？因为海苔本身没什么味道啊，没事啦，酱油本身就这么咸了。你还有咸？你说哪一种？反正我很咸。啊耶！哇！你有电访爆吗？有到电啊！刚爆一次啊，爆两次呢，两次哦。嗯，对，我们有两。啊那个啦，九到十我没有用强力。对啊，运气很好。哇哇，开开。他自己，我想问一下，现在是防爆卷都可以用吗？你知道我这边有三个文字叙述不太一样的防爆卷的。啊，都可以用，都可以用。你只要放上去，上面那个有显示，你要检查上面有显示说是防爆卷轴，这样就 OK。哦，好。我想说，我有三个文字叙述不一样的。你怎么就老是有一些神奇的东西啊？老装备嘛，老东西。小鱼吃粥。你这就是骨灰级玩家的那种感觉。骨灰级玩家。对啊，那个古那个肉版游戏，从封测开始玩，拿到封测的装备可以卖，然后再卖，人家就会说：哇，你玩那么久哦，你居然有这个哎，卖我卖我，出高价这样。很小，你说绝版东西就真的还蛮贵的，对啊，对啊，肯定要的呗。哦，想当初我玩《风之谷》也是，嘿，对，当奸商，对不对？对，不奸。我突然想到说，好像某些线上游戏是不能牵扯到金现金的嘛？对啊，对对对，没事没事没事，没有啊，应该是大部分都不行，大部分都不行，大部分都不行嘛。我什么都话都没准备讲，准备明星三缺一啊什么的。我们要讲，哎呀，他你要讲，我会让我们失忆的咒语哎。哦，我之前做梦啦，我是做梦梦到我以前那个东芝，对，他以前有什么东芝什么什么幸福还是什么的，那个是那种吃下去经验会加倍三十分。哦，我就打了一整个分身账号，那是梦到的，梦到的，对，哦，就梦到那整个分身账号全都是这东西。后来过了一年没玩，然后回去看，哎，这个东西我还有一堆耶，我就跑去那个某个8XXI的网站去看，哦，一个卖30块台币耶，哇，然后我就梦到了，梦到我就赚了很多钱，这样子，哦，对，梦到都是梦到的，原来是这样啊。你这么说的话，我也梦到我之前呢、啊，就是玩游戏买了一件时装，然后那时候我不知道要给我哪一只角色穿，我就放仓库，然后放着我就忘了，然后直到现在我回去以后啊，我发现那个75块的东西现在要6000块，哇！你这怎么有没有梦到说你去把它卖掉啊？啊，没有吧？没有，应该是没有啊。哎，这个梦太可惜了吧！我跟你讲，这个梦非常的悲伤。这个梦还有大回转，就是当我发现这件事的时候，那样东西已经被我朋友 A 走了。啊！你要吗？你要吗？应该不用吧？他连75块都不给我。哎、欸，拜托，那我要讲我的，我是玩漂流环境梦到的，对，梦到的，对。然后那时候我一个，因为那时候那个有些饰品真的就是已经抽不到，是活动拿到的。啊，我那时候梦到我抽到的是一个猫耳嘛，它是干净的啊。然后那个游戏是你放一个宝石之后，就是那个属性的，什么都不能改了。啊哈。然后我一个网婆，她把我账号开去充一个+2而已，我明明就有+48的那个宝石，她没有拿去用，拿去充+2，那个整个废掉了。我的天哪！天哪！帮你充一张啊，帮你充一张。哦，你不懂啊！你老婆的意思是说，欸、那个价值5000块的瞬间变成200块、欸，哇，难过死了，三百。那你分手了吗？啊，被甩了、啊。知道以后，哦，没了。我都知道当下，知道当下没有啊，就只是少了一点钱财的感觉。对呀、啊，对啊，少了4000。他说何止一点，这一点很大點，眼泪都在掉了。我4800，这一点混杂的眼泪。对，哎、欸，我还
梦过以前第一次玩那个游戏，然后那时候刚玩，看到有抽抽乐，觉得很好奇，我就出了150点，然后我就梦到150点连续抽到两个超好的卷轴，因为它的装备是要用卷轴做的，你要有卷轴才能做，然后卷轴要卷轴要抽，我梦到我抽到以后啊，然后因为抽到有公告嘛。然后大家就看到我等级，然后就疯狂的来密我说，哎、欸，这个东西啊，我觉得是很对你来说，对新手来说很不 OK， 不如我帮你拿着吧，差不多死了。大家都来骗，大家都来骗啊，大家都骗好。大家都来说这个你新手拿不太正常啦，给我吧。哎、欸，你上次讲过了，嗯，好像有一点点开始有一点点印象了，就是这样不是被骗了吗？很久，啊、有一段很久很久以前，巨龙突然出现，完了酱油忘记了。哎、欸，我有收掉，烧掉了，繁星用岩浆烧掉所有的奖励。我刚刚看上面血量明明还很长啊，我才对，烧掉了，不要，大家做梦，对不起，都是梦，我让大家醒来了。我刚想说怎么放眼镜，我怎么知道你们打我快？对不起，丢掉掉了。对啊，有结局跟哈基啊。梦到自己打了一只金龟，打一只僵尸，第二只，上一代的产物。今天很不顺哦，诸事不顺。反正看来今天乐透要共估了，这不是今天限定了。我觉得你还要累积到下次抽奖。今天的那个应该会抽到我了，应该会的。我要去打四四四。这究竟是不是在做梦呢？好坏哦！我相信不是做梦。那个阿基挖完可以过来我这边。哦、我也要回家。哦，我没重置到那个副本。他比较稳定的没有。我今天是迟到学生，迟到就不能打啦、啊。哎呀，哎，这样也不错哎、欸。还敢迟到？对，放学。哎呦，常常有梦想哦。啊。没捡的是捡最后一个吗？有了。简能是捡最后一个的吗？简能是随机随机啊，所以捡到攻击就很哭。我如果捡到那18%，我会哭死。哎呀，嗯，哦，小雨你要这样子啊？没有，我还在想要放啥。那我可以加加吗？你们的？不然我觉得我要来不及了。我也是想说借装吗？你们要借装吗？我不要。这我不知道塞啥。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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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阿波蒂来了。庙宇比较多的地方是哪一个地形啊？有传我，传我。身体。叶妹啊。哦，还是你想要穿鸡眼啊？哦。你可以穿基岩在那个基岩上面盖。Oh fuck！ 你说你要穿上去、哦，这样我们会打不完。对啊，太麻烦了。等团，怎么穿上去啊？好像要用那个把活塞还是干嘛的？其实可以，就反正可以 TP 嘛，就上去就不用下来了。可能就一个人永远卡在上面喽。没有，反正走地狱门会回到现世啊。你就是上面盖地狱门就好了。对啊。哦。你要先穿过去吧。你们有个箭矢吗？等下地上就打到了。我没放。好，谢谢。好了，我好了。被酱油吸走了。啊？真的吗？箭矢，谢谢。哎，我24个，哎，一个球。为什么我都是？全被我吸走。你说什么？没错吧？是这里啊，这里会升啊。可是我刚盖平台的过程，他们血量超多，可以吗？都没怪吗？对啊。好安静哦。那是和平模式啊，都没有那个什么，准备好了吗，各位勇者们？哦，有啦，附近怪比较多一些啦。哦，好了吧？为什么有一小没人？我看到了，
又进不来。没有，我进不来。我只是过去凑热闹的。他迟到，他没办法打。我很赶的，晚上的时候来打。我刚不是帮你重置了，还是不行啊？没有，他没进来，没进去。哦，很久。哎，这边开的话，绿门会在哪？屁啦！我刚刚跳砍跳一跳，我就失败了。嗯，你怎么输了？可是我没有加攻击力耶，我只有加血量哎。啊？你有被打死吗？还是自创跳出啊？来啦！哎，嗯，还是有人帮 TP 出来。啊？太坏了吧！太坏了吧！哎，他们不敢开讲的，然后把人 TP 出来吗？哦，有人说按到出口啊！你举到盾是不是？哦，是啊，出口，你是不是拉弓拉到了？那也是没办法，那也是没办法。今天大家都好衰哦，诸事不顺。哎，这样不知道打不打得完呢？打不打得完？血好多。你是本拉弓，然后按到。我玩副本的这种有关副本的东西的时候，随时我是几乎都做过一轮的。对你把彩票放进去，对呢，傻眼哦，完了，感觉打不完呢。因为我的怪物都没打死一只，你要写太多哟，突然没事了，算了，我去弄我的剑好了。哎，我觉得我们打不完，我也觉得我们打不完，我要打有绿烟的就好，对，打挑绿烟打。我们就爆炸了。对，这次因为有一只，可是我没有钓竿什么之类的。他我有钓竿。哎，不是，我快被射死了！问号。来来来，你就旁边跑一下。你看我钓竿嘞，回去帮你拿。因为钓竿，我帮你拿，帮你拿。哪一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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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哪了？他去哪了？哎，抖，他是不是消失了？好痛！攻击要五排也好难哦，捡人只会捡到攻击力啊。哎，现在有两加18%，我不敢捡怎么办？你看你咯，因为我刚才是三排捡到剩一排，然后我就整个重新看到了。天哪！完了，要死掉了！加油！不，他就我加油，乱飘啊，很麻烦。所以要钓竿把它拉过来，怕不会太远了。不对，没血，我要死啦！呀，神上支持你，够到吗？我也没血，站着回血，站着回。我也不动啊，我剩半个，够到了，啊、哇，死了。哇！我冇被 kill 起咯，导游，咱们一起死。这种事我还要找到水贝。啊，不用啊，欸、不用啊，里面不用啊。他说我不爱惜生命啊，请缴纳水贝。哦，要。要。这里面在打药是不是？对对对对。那我要按哪个数据？门开。门没开啊。门还没开。然后宁愿输我也不要死。对啊，那不然我。没打赢还亏一颗。对啊，没打还亏一颗耶，又直接出来。先回去。我现在就亏一颗，我心很痛。哦，他好近，他好近，他好近。有没有那个？哪个？没有那个谁？音乐回去拿了。我去拿，我回家了。我没有穿衣服。你没穿衣服哦。我刚穿翘翅的。你是很勇敢。突然出来之后看到他，你是勇敢的孩子，你要过来，小弟小哦，我先加油，我先过去看。过来，过去，去，过来，我来了，我要把，我够到了，我够到了吗？啊，过来，我看到火球飞过来，过来。第一只钓鱼，我钓到白金了！来，过去，快过去了，过去了！来了，快快，你们快过来，你们快过来！爆掉了！小雨，你怎么不跟我抢？快过来，你们快过来！我们来了，一起！啊，我拿强绿啊！啊，澳洲哈基哦，太远了！哈哈哈哈哈！
强绿那没办法，因为我之前也不直接爆了一把。对啊，對啊那真的只能一个人拉解脱不是吗？哦，对啊，不是一起，不能一起哦。嗯，刚刚太好笑了。耶、yeah ！这个盖好之后，我们就下次可以那个吧，这坐标先记一下。大家都可以用。对，这隔壁啊，就隔壁而已啊。对啊，你走那个到隔壁而已，走到很明显就看得到了。啊、oh ，走到隔壁而已。欸、有一只，这、欸、有一只哎、欸，还有一只，还有一只，等，拉过去好了。等下，我先回去一趟。我也想去拉拉看。拉，来。啊，简单。你在叫什么啦？我下午没有录到你那个学椅子叫的声音，真的很可惜耶。什么东西我不懂，什么东西我听不懂。椅子叫，椅子啊！啊！我的那个啦。门在哪里啊？太高了吧？你就窗户就好了，窗户就好。他们两个在勾了，他们两个在勾了，是要飞过去啊，再拉哦。不要碰。对。哦，这还有一只，这还可以吗？对，后面还有一只，有两只，好多只哦，怎么突然变多只啊？哎，你断了，你断了，你。我不能拉那么远哦。小小弟，小小弟，勇敢的战士。好，嗯，好，唱下歌。他喜欢唱吉娃娃歌，我不知道。Oh, OK， 那我就达到我的目标。啊！我死了！啊！打死了！没有，他、啊、没有，他刚炸到的一只。哦！内讧！来，勾到了，勾过来，过来，我还勾着，我等他飞起来一点。那我先过去。欸、吃哦！我的我剑斧要炸掉了！哎、欸，过去了是不是？你是财产，你是财产。没事，我是一堆烟火。哦，太猛！我家爆炸了！有他过来了，他在水里。你家里有爆炸？有不安头吗？有了。下一个，下一个，我准备再放下一个。好难解哦，这个任务。所以你们那边可以比较好引了。没有，对，好引。那我可以应该说有门有以后一看就是看你的造化了。啊要求啊！传错人了，传错人了，危险了！有多的烟火吗？传到谁了？有啊，你没有多的烟火吗？这里有这个，还有一点点。我要回家。那你回不了家、哦，那你回不了家、哦。现在没回家了，有我在家。休息来了。因为我要去拿钓竿，我忘记我没钓竿。我怎么要求？旁边有合成台可以做。no， 这是什么气？怎么都可以办比赛啊？谁？反击？有人左键他？我没有，我拿着钓竿。坚持吗？啊！没有坚持那个脱掉了，还敢坚持啊？这是什么诡异的画面？一堆人在钓鱼一样。哎呦，声音又有声音了，就是慢慢掉到那旁边。有石头，我这边，要把它拉进门。对，要把它拉进门。只是凑热闹看一下而已，好像很开。我是用放在。哦、这很低耶、欸，是哟、哦，很好笑。拉下来。哎，过来啦！哎、欸，他冒绿烟，他冒绿烟嘞！啊，没有啊，要修哦。哎、欸、，combo， 要不要来 combo？ 要解的先过去主世界，要解先过去主世界。我拉好，我过去。我去主世界。我现在吊着。有人可以再吊一下吗？我过来了。我敢这么一动啊！我掉下来第二次了啦。哎呦！啊！什么鬼？拉不到了啊！过来了，他冒绿烟，他们，可是他靠门还蛮近的。哎、欸，他是不是炸地门？那个门，那个门，门没事，门没事。我有事，好恐怖！火球喷过去了，对啊，火球凭空过来。哎、呦有有，有机会，有机会，差点，再所以我先好吧。炸火了，快炸死！好啊，感谢你。
那我过去。你给我过来！哦，有有有！哎呦，反击反击 ，Go Go Go！ 好了，我在等了，没有啊？哎、欸，右前方还有一只。过来！有一只火球啊，好恐怖啊！哦，差点差点差点！啊！掉了，我们掉杆了，掉杆爆了！操作。旁边有合成弹，下去下去，这里这个这个这个拿去做，很刺激，拿去做，然后很刺激，玩的这么刺激哦，哎，他自己过去了，死了死了死了，感谢，那是他自己过去了，右前方还有一只，右前方还有一只，还有一只，我死在派，我要叠几次？二四六八九，我要叠九次，我们叠三次是不是？我三嗯，找机会再叠，有人在家，我想回个，我在家我在家。我要回去拿钓竿。我收到吗？好像啊，断。旁边可以合成，旁边有合成，需要材料跟我说。哎，我收了。所以还有一只在旁边啊、哦。活动很好玩。你可以进来玩一下。我在外面 stand by。波波沉下去了，上来了。没有没有，我没有我没有。他在底下下沉。我把他起来，我把他起来。他太胖了。哎，尖刺谁尖刺？哎呦，是我吗？阿成在岩浆里啊，上来了，去游泳了。他在正下方，还好酱油在家里过。哈谁安全？我安全，我安全。我这边也是。他在正下方，好难拉哦。我也过去帮忙拉。对了，我也有钓竿。我来啦。我也去拉，我也去拉。只有就只有那一只。它又绿的。在哪里啊？哦，这个方向是不是？因为这边人太多了，它在下，很容易绿。对啊。啊对。还整体。他喜欢泡岩浆啦。他要泡。那好烦哦、喔。你这应该是上面盖一个地狱门，下面盖一个地狱门。啊，记。没事没事，松开。所以他还在下面泡，他在下面把他拉过来好了。我跟杰克受不了了，下来拉他。哎、欸，这样子啊，上来上来上来，那可以可以拉看，我看我能往上拉。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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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下去了，下去了。你去副钓竿了。哎呦又远了，哎呦又远了。副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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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拉过来一点了。你要用副手。你说钓竿放副手吗？对，然后。哎、欸、哎、欸，没了，没有，他在岩又在岩浆里，他又泡进去了，是沉下去了，还是哦呦呦，你在爆冲、欸啊，他现在看我，我看反方向好了，哎、欸、哇哇，他解图片很快、欸他，他看我，不要看我了，他没有，不是吗？他看我了，他看人不会跟着那个往那边移动啊，对啊，会反方向啊，他下去了，反方向啊，他沉下去了，他沉下去了，好，杰克交给你了，他到底是在冲很小、欸，好像有另外一只声音哦，好像有另外一只声音哦。我去找有对啊，有另外高的有一只比较高的，你们先处理高的吧，这低的很难处理。他是不是要下去了？哦、要下去！哎、欸、哎、欸，那只浮起来了，浮起来了，浮起来了！哦，对，它浮起来了。嗯，好难哦，这个真的不容易。啊！他被击杀了，他被击杀了，他打到钓竿，他打到钓竿，他打到浮标了。那是小雨刚刚拉，没有我一拉，然后他刚好撞在自己的火球上。对对对对对，太好笑了吧？都起来了，起来，右边起来了，右边起来嘞！我落啦，啦啦啦啦！有有有，有的这个也有拉到，这个也有。我勾到了，我勾到了。哎呦，好羞啊！我拉到，我拉到。哎，我们休息呀，灿龙。他好像杀到，他好像杀到我。又是尖刺的。我剑是一而已，哎、欸、哎、欸，不行，靠近啊！哎小，有了有了，过来，还在看我，拉，在看我，先摆吗？因为我要过去，是不是？啊，对啊，你可以先过去。哦，杰克拉到了，过来，吃吃，哦哦，碎碎碎碎碎碎，有有有，拉。啊，怎么又上去了？啊，尖刺的，有人尖刺，有人尖刺，检查一下。哎呦，裤子脱了！我拉过，我拉过来。拉拉碰，裤子都脱了，我鞋子也脱了，我鞋子也脱了。这个对话、啊，哎、啊，飞走了，飞走了，飞走了。那个 combo 没有连到，哎，又过来，又过来。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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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一个一个拉，一个一个拉，这样他掉下去，我拉，让他高一点，让他高一点，高一点，飞出来了，回来，你回来，啊，我在这里，打谁啊？可以可以，他打哈基，他打哈基，好，我让他飘过，让他飘过来，这边还有一只哦，还有一只哦，还有一只，我拉到，我拉到了。我这边，等一下，我先做空中带走拉，给好的，哎，可以可以可以。啊，又飞走了。我拿我的钓竿给你啦。我有材料，我有材料，我拉到了。我有耐久三。没有，刚没拉到。哎呦，看我过去那边，到平台上，到旁边平台上啊。我们要不要只是抓完就下一次啊？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抓完下一次。拉！哦，有！杰克！哦，有！再拉一下，再拉！拉！哎，有！啊！我的火！没有！哦，这比晋级巨人还难哎！拉！哎，有！我的 combo。够大了，够大了！我们往，我拉到满地了。门准备了，那个第一桶，门准备，来了，我准备了，准备，我准备了，看我，看我，对，看我，我拉进来了，哎，过去了，没有努力，阿旺，你打了一只就要帮我拉一只。你等下，你之后要来帮忙拉了，对，你下次要来帮忙拉。直接收头，收割哎！我就跟你说吧，阿旺是有心结的。老板在旁边拿着工等很久，你还敢在老板旁边啊？哎呦！快讲老板的啊，怎么来抢老板的？你可以让我砍死一次，让我泄愤吗？可以，满意了。哎呦，砍到小雨，砍到我了。哎呦，十三酱油，酱油，你已经两次了。夸张了！哎，请问你刚不在干嘛？劝你分一下哦，没有了。你刚不在干嘛？做成砖。他刚刚吃海苔啊，还吃海苔？没有，我刚去弄阿呆。哦哦，他刚不在啊。就是他不知道怎么了。两次哎，夸张哎，夸张。好夸张哦！从远方而来，谁家的女子？啊，任务啊，还要帮他改名，然后带回来，不能用骑的，不能用骑的。哎呀，哎呦，太难过了吧？你是说团还是？人家都很难过，都很难过，还有很多人没中到奖。你今天是副本打出去，然后又被抢。怪就够惨，可能之后某人的薪水也少几千只，够钱了。我跟你讲啦，你知道那个鱿鱼哦，一只是一千块啦，啊，你怕贵耶，贵，好贵重啦哦，一只是1000美元呐，哎呀，哦。下课喽！下课喽！没有啊，我想说让它烧起来比较旺一下嘛，新年到。哦，想旺一下吗？你想不想旺一下？啊，你想不想旺一下？太旺了！你要，来，试一试，看一下。看戏，不要。休息啦！我操！队友做不错啊，姐玩还没奖领奖励，耶！还好提醒。好了，那轻松高效就到今天啦。那待会会再玩一下东斯大，等一下等那个开房的回来，开房回来要10点半之后，所以等一下继续玩那个边缘地层。好，做个结尾。那等一下有兴趣要留下来就留下来陪我玩吧。
好啦，感谢今晚收看，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我是繁星，我们下次见啦，拜拜。我是说到今天吗？抱歉，是那个啦。感谢今晚收看，要不然再重新讲一次。进得去吗？不知道哎、欸，可以。好啦，赶，没得收台啊。好啦，感谢今晚收看。如果喜欢我的影，好啦，感谢各位今晚收看。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我是繁星，我下次见啦，拜拜。哎呦，干嘛个干？啊，我上次不是聊手机支架的吗？我记错人了，是另外一位啊，不是陈思宇啦，对不起，记错人了，白痴哦、喔。小，编辑。轻松高效，十点后乱玩。啊，如果开学要休息的那些，赶快就休息吧。我这个要先关掉。你在听？滴答滴。然后我要点一下哦，我的多了两栋房子嘛，有没有发现？因为那个一开始任务不是有说要去找一个女巫，那个是一等任务，想说一等任务八楼什么女巫，那时候看了一下，不是一只女生吗？她对不起没有，很难打的女生，我还没出现啊，喂，好、哦，然后很难打的女生是这个酒馆老板。然后他就是找到之后，他会说回去酒馆见他。然后酒馆就是那个找那个佣兵的，因为我想说我那时候已经解到200杀200只，怎么一直没有佣兵？然后想就是关台后去玩了一下。那再会下一个任务是找他，他会在12楼的样子。然后找到他，他就是市场。新游戏是昨天玩的吗？对，是昨天玩的。明天碧绿，哇，怎么那么爽？然后就是下100块嘛，啊，我现在是在解那个任务，所以我给你们看一下，用，你看这个死亡石可额外获得，我那时候是带着这个，然后带着这个我就是身上有鸡蛋，然后死掉之后鸡蛋还在身上，所以我那时候是死得蛮开心的。你可以思考呢。啊，那就没了。我下一个任务啊，算了，我们就直接去。不对哦，来扩建一下好了。扩建。没有，刚刚是拇指琴啊。那时候在滑抖音，看到有人在弹，我就把它学下来。哎，还剩一次使用啊！这个的话是好像买卡片吧？来看一下有什么卡片，获得卡片不要，就是因为他现在我的排队里面有总共5+3、8张嘛。那如果你今天就是一直不想要那个厨师，你想要改酒店老板的话，就可以改酒店老板。
防御太高了吧？好啦，开心玩。你看，这是新手的武器，很难打我一滴血 ，OK 的。我现在就要接这个任务，就反正现在是要等老G回来，然后就先玩这个。哦，刚打 boss， 我怎么会想要用岩浆桶烧啊？这好白痴哦！我想什么啊？缺手套跟盾牌。不累了。怎么办？没事没事没事，对不起，没事没事，这件事情我自己的事啊，没事没事。你在听？你在听？后来发现用滑鼠这边，就反正它只要靠左键啊，上下左右，然后点空白键捡东西，就这样而已。然后滑鼠的话比较快选东西。我难过的是放弃你，放弃爱，放弃的梦被打碎，忍住悲哀。白痴，我刚道歉了没啊？你就跟鱼长太像了啊，就讲了嘛，道歉嘛，遇到烦恼了，也不是说烦恼啊，有了。快秃头了，我就说我们家有秃头体质，我就很怕。没有啦，五哥，感谢陈的，啊，这样不会生怪哦，喔，这么棒的吗？哎呦，加更多，然后。这个可以马上点掉了，不用再按来按去。感谢陈呢，啊。对啦，是雨啦，是那个当兵的。好，陈晚安。好，库尔腾，给我西兰花哦。后来因为我想说那个什么，因为现在要解食材任务嘛，啊，我下午在玩的时候，其实每次抽到防御装备都坦到不行，我想说那就省一点，拿木头武器在那边打这个，还行哎，没有，下午的时候不是拿木头武器啊，你看打一滴，就刚刚慢慢跟他耗，欸，有几率带回五样东西，那等一下，那
快被这个占满了，没办法捡了，不知道怎么办。去吐我 life。OK， 那种吐我那么多人，没有很多啦，怎么有人啊？不小心浪费钥匙。这些任务我不能一次接，而且任务一定要在进游戏内才能完成，不能说接了之后马上完成。哎呀，哎，算了，哎哥。还是谁跑去跟陈告密的、啊？不是小林啊？秒不死他哎、欸！反正想说重走了一笔大一点的，但看到他走了，懒得在边绿界，在这边走轻松一下。好，感谢风间。这怎么可以懒嘞？对不对？
跑绿界要打一堆东西很懒，没存资料那些。好啦，如果你想要给他们抽成的话，那你就抖大笔一点的啊，这样我才能实拿到那些钱，对不对？对不对？不然你给我只剩下多少？七港币。而且我还要晚点，还要再去，不是晚点啊，改天还要再去跑一趟西联。哦，是你哦。想说那天在聊这个东西是在画画的时候，那什么？记得那天人好像也不在啊。啊，他也是跟我说有人爆料，也没有说谁。之后有空再开绿界斗大一点的啦，等陈跟他看。哦，好啊。好啊，不然就是其实你们可以私下密我了，懂吗？就是私下偷偷给钱，扔掉，然后就说哦，感谢感谢感谢谢谢谢谢谢谢，然后帮你用转化的方法转给陈婷，我就可能说哦，刚刚风间他说啊。哎、欸，没有西兰花了啦，花椰菜嘞。爆料，你要爆什么料？啊，谁家今天有流星雨啊？是什么？沙漠。像每次解任务啊，还是会转圈圈。卡了吗？